好，大家晚安。首先呢，在最一开头，我先来测试一下我们的声音跟 BGM 的平衡是不是正常的。今天是2024年3月20号礼拜四，现在时间是5:06，大家在收听的是宅宅军团长的频道。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好适合这个背景的凯文，好适合海洋背景哦。今天很贴心耶，让我活在可以我自己舒适的环境里面。我怕你干掉啊。整个身体干涸吗？对啊，你会不会等一下如果没水，你等一下变成真的抹布？而且后面还有些杀人精哎、欸，怎么回事？你平常应该也是跟他们共处，应该还好吧？没有没有，我平常都躲在我的珊瑚小山洞里面，我不敢跟这些大哥们为伍，可怕可怕。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不是我们要开台要拿那个封面的例会吗？啊、对。然后我拿到就跟我朋友讲说，就一块抹布来说，他照片也太多了吧。哎、欸，我很贴心，你看我给你这么多，有没有让你有好的选择？应该很少来宾给这么多的样子。对，你的照片真的算多哎，好惊人哦。没错没错，我就是会收藏自己很多自拍照的男人。所以你就是那种 IG 打开全部都是自拍照。没有没有，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说，你看，如果大家不管是我们自己缩图，或是别人找我们联动、嗯，如果用到重复的感觉，好像就只有一号表情，所以想说这样子，大家可能都会选到不一样的。哦，倒是很有想法哎。对，这也是策略之一，是不是？让大家对你觉得特别有印象，这样。对，就觉得我的表情可以活灵活现，觉得凯文好像很多元这种感觉。光是这个计划，我就用了三个你的不同的照片。有有有，上次我跟可乐月联动的时候，他也说哇太多了，我用一个觉得太可惜，我要用很多，他也用很多张。对啊，超可爱的，而且如果就是把你的那个照片这样截图，感觉超像水族馆。真的，我真的想说今年想说认真要不要跟那个海生馆谈个合作、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水族馆逛过，那个就是它里面的斗鱼都会一个一个用盒子装起来，然后并排。凯文的照片看起来就是那样，就是你。哎、欸，但是仔仔，你知道其实海天使整个、如果在海里那个比例其实非常小，超小，它非常小只、可能两三下不小心那个就被冲掉了。对，其实是那一种。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我们就变成凯文之后，整个就跟龙猫一样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化身为就是可以讲话的生物，总是会有一些变化吧。没错没错、我就是一个可以用精灵之力膨胀的一个生物。没错，太膨胀。好，我看一下他们没有意见，应该是声音是正常的吧。还是你们没有在听啊？你们有没有在听啊？有在听吗各位？还是被我可爱的表情给魅惑，大家听听看我们的声音，好吧？我们声音也是跟我们的表情一样美妙的哦。他就想说，凯文这样扭来扭去很可爱，然后没有人在听，没有人在听这声音，怎么回事？各位，应该有，应该有，对，好 ，OK OK， 好，好啦，谢谢啦。有啦，有人，大家有回应了，有回应了，有回应了。有时候就是你讲个东西，然后他们在下面做自己的事，你就想说什么意思？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对，就是在他们有时候还会互相连上面的人讲话，下面的人都看到，就是不理我。把我们当 BGM 的感觉。对啊，可恶，这是直播有时候的状况啊，就是明明准备了一个内容，但大家好像似乎没有想听这个，或者是他有在听，可是他没有想跟你聊，他在下面碰到更好玩的事。对，或者是观众自己聊起来也有这种状况。对啊，凯文真的很可爱，对不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他真的是很可爱，但是讲话可能不见得很可爱，等一下就知道了。欸欸、没有没有，我今天是想要走个深度的路线，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终于有人找凯文，不是做那些闹的企划，是做一些深度聊聊主题的，这个很棒，这很符合我的另外一个风格。哦，是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那我们现在先请凯文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公视的凯文布鲁，那我是海月零零频道的海天使。那其实凯文我们有三只、我们有蓝色、红色、绿色，那我就是蓝色。那因为怕大家搜寻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后来就证明说我们的名字全名叫做凯文布鲁，请大家多多支持，也可以订阅零零的频道，然后凯文自己也有凯文的推特，也可以 follow 我的推特哦。自己现在独立出一个推特。哎，没有，你知道我好，那我觉得要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策略性的分享。为什么要凯文布鲁？因为
凯文其实就是很菜市场名嘛。嗯，你如果打什么凯文 VTuber， 其实你会搜不太到东西。即便有人在谈论凯文，可是你可能搜不到他。对，这是一个 SEO 的概念。嗯，所以我们想说，好，如果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角色大家都可以更能够被看见，更能够有流量的导入的话，那我觉得被搜寻到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没错。对，所以你搜寻凯文可能会搜不到，可是你搜寻凯文布鲁就可以很精准的找到我。就像如果有人叫我宅宅的话，其实我是不可能看到的。对对对，没错没错，这其实是一个策略。那可是可能就会有人问说，那为什么当初要取叫凯文呢？嗯，对，因为凯文就是没有很明显没有在取名的策略上没有想好嘛，也不是啦，因为我们其实当初。凯文其实真的只是一个小帮手的角色，那我们想要把凯文打造个好笑的感觉，就有点像是说，哇，你看玲玲那么漂亮，那么多复杂细节，然后名字也取得很特别，很有特色，那我们就想要做个对比，就是凯文好像就是比较随便捏出来一个东西，所以连名字也很随便，那凸显出来就很好笑，就是海月玲玲跟凯文就是像 Steven 或是汤姆那种感觉。就像蟑螂农场里面全部都叫 John 那种感觉，是吗？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OK， 就是这样。哎、欸，那其实你也可以来聊宣传呢、欸。可我不是这个单元不喜欢找重复的人，我到时候来看看哈。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会找凯文，其实是因为哦，我有看到钥匙是弹降落，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讲一声，因为今天是合作节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打招呼，可是你们如果跟我们留言互动的话，我们中间看到的话会回。OK。好 ，OK， 好，那就是我们今天会邀凯文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公司的性质算是跟我比较相近嘛。就是我在想，就是你们应该就是推出 VTuber 这个系列的时候，应该也是对自己的频道，然后节目的规划会有一些想法，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是找就是有这样想过的人，然后来一起聊这个题目。嗯，没错没错，是、因为我觉得公视做 V 的频道的，应该说我们其实跟一般做 V 的频道的想法比较不一样，其实因为毕竟我们是电视台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有点像是用做节目的方式在想我们怎么去规划一个比较可能像是块状的或是带状的这样子的主题内容呈现给大家。对，那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很有发现，就是玲玲的频道，我们两件事情很少做，就是一般 VTuber 很常做的，例如说像是唱歌啊，或是玩游戏啊，对这个东西，我们的频道比较少做。那其实我觉得有几个理由。那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唱歌这件事情，我们同样是媒体嘛，那其实蛮在乎跟版权有关系的事情。那其实 cover 这件事情，它有点踩在一个比较灰色的。对版权地带，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媒体来说，这件事情会比较危险，所以我们就没有做音乐相关的唱歌的题材。那游戏的话，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比较是用节目的状况去思考嘛。那游戏的话，我们就会想很多啊，就是我为什么要找这一款游戏？那我在打游戏的时候可以带给观众什么？对，其实我们每次在讨论企划的时候，不管是对玲玲或是对凯文，我们都会开给像节目会议的东西，我们其实都会先问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希望大家来听这次直播，观众可以获得到什么东西？我们是基于这样子的立场去思考我们的频道跟我们的节目。这跟我自己思考的那个思路其实应该算蛮像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好啊。你有准备稿吗？你说今天吗？对，我准备一个小大纲啦，但我觉得你刚刚看起来很可疑，你刚刚看起来很像是被 Q 到，突然讲出一个准备好的东西吗？没有哎、欸，没有哎、欸，我没有，我是认真没有准备稿，但是我准备几个， 例如说，我觉得今天好像可以讲的某些重点，我怕我自己没有讲到， 但是就是简单几个字，例如说关键字，例如说我可能刚刚可能看关键字，我就会写个，例如说带状节目，但我不是写整篇这样子哦，对，有看到企划书的三个，没有，我就是因为要试试蛋了，我才要问他。就是有人来这边跟他说企划书那个地方点开，他说什么什么点开，
所以他根本没有点开过计划书，是不是？他没有点开过啊，没有，他点开计划书本人，可是就是有的分项他根本没看到啊，在那边说还要来，什么意思？天哪，好夸张哦！因为我今天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我还传讯息给仔仔说，我觉得我今天好紧张，我吃不下午饭，太夸张了。没有，哎、欸，不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怎么讲，有点小偶包，因为就像，因为我也知道你可能是因为哎、对于可能公事、对于频道的思路啊，或是想法有兴趣，所以才邀凯文来嘛。那当然我今天来也是带某种程度上也是带着分享公事的想法的这个没错包袱来。那如果我讲的哩哩啦啦，或大家听完之后觉得说哇公事也没有认真思考嘛，公事也没在想嘛，我就觉得好像怎么讲有点丢公司的脸嘛，好像有这种感觉。哦对，我是不是小剧场太多？对啊，你想好多哦。对，所以我今天中午我们家绿凯文说啊，我真的吃不下饭，我觉得好紧张，五点要直播，到底是在浮夸什么？他传给我的时候，真的我想说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好像也没有认真在我们自己的频道很完整的讲过，这算是第一次。很完整的有这样子的主，就是着重这个主题去分享，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要多想一下这样子。对，还有别的凯文，凯文真的就是像蟑螂一样，就是凯文一、凯文二，然后就是一样的。没错，而且我们之前还在招募新的凯文哦，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都长一样。没错，没错。为什么有人会问凯文？凯文午餐是吃海藻吗？是因为我在海底的关系吗？因为你是海天使啊。哦，但是跟大家讲，海天使中午也是会吃油饭的。我今天中午吃油饭，好可怕哦！这是可以讲的吗？太可怕了吧！是可以讲，可以分享。你看，我超喜欢吃油饭的哎、欸。你吃油饭，然后你在那个水里打嗝，油就会这样飘在你后面。那还可能还会有香菇这样被鹅隔出来，好恐怖哦！好了，你吃不下来吃油饭也是蛮厉害的。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想到今天我会吃不下，我想说啊，好开心哦、喔，今天可以吃我最爱的油饭。但没想到今天对很难消化，没错，就是现在啊，我要跟观众说我怎么回他，我说没关系啊，要是当然都没有准备，我笑死，这是一个很好让我安心的方法，没错没错，因为你看他表现的其实也蛮好的嘛，但他其实是没有准备的，所以是没问题，很顺哎、欸，我觉得阿丹真的很会聊天，啊、他真的是什么都可以聊哎、欸。对，对，这真是他的优点，我要跟他学习，不能再写大纲了，要跟丹哥一样。没有，是还好，而且你来这边，你要相信我啊，我会带你。好，好，没问题，我相信你哦，我相信你。你看我讲的有点卡的时候，要来救我一下。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对，好的，好的。嗯，那在最一开头，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那是我们的开头闲聊啦，我们大概20到40分，就是开始20分钟到40分钟就会开头闲聊一下，就让大家陆陆续续进来。好，那现在这是我们的最一开头，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单元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个单元叫做军情调查局。军情调查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透过问卷，或者是我们大家现场也会问大家的意见的这个方式，来了解说观众想什么。那我的选题基本上都会是一些 VTuber 会考虑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做过联动节目嘛，就是讨论说观众到底什么时候会想要听联动节目，什么时候不会，那如果不会的话为什么，那 VTuber 这边规划又是怎么想的。嗯，然后再上一次是观众的发言，就是有些观众会有不礼貌的发言。第一集是跟钥匙四单开的，就是可能例如说有人进来然后就很没礼貌的讲一些话，那 VTuber 这边的想法跟怎么处理都会讨论，然后在观众那一头，你看到聊天室有这样的观众，你会有什么想法？所以它是一个两边的交流，就是这些是我们作为这个台的主人要考虑的事。可是当然，这个直播这个事情是主播跟观众一起完成的，所以观众的想法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才会想说用这个单元来讨论这些题目。那我通常都不会强迫 VTuber 填，因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叫人家填问卷真的就有一个尴尬感，很像在叫人家做事。但还是很多 V 有填耶、欸、我发现我大概好像有十几个吧，大概有十几个，但因为我自己我们也是 V 嘛，所以我们就可以讲一些 V 的看法、然后观众我有写，观众是几个啊，观众的话好像这次有67个观众有填答，很谢谢大家。等一下如果愿意被感谢的，也会出现在我们下面的跑马灯。
好。那所以今天想要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对节目内容会想很多的人。刚刚凯文说他们会去想要带给观众什么，我自己因为我开台的目的是一个输出的学习，就我们都会有你输入读东西嘛，然后如果你讲给别人听或写给我写成文章，你就比较容易记住。所以我自己的目的是这样，所以我会想说这能够为我带来什么。哦，对，是是是，对，就是这个我可以学到什么，或是这件事情我关心吗？如果我关心的话，那我想要跟大家讨论，我想知道大家的看法是在哪一方面的看法是什么，有点是这种感觉。 对。那所以呢，在最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是先来一起看一下 VTuber 的问卷，然后我们一边看一边聊。好， OK， 好，我现在有点紧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紧张什么？我不知道啊，就你害的、啊。哎、欸，刚刚药师四丹说他有准备、欸，你有看到吗？还是你故意不想理他？我不想理他、啊。他说他有准备。有啦，他上一次来他说还有准备，可是他每次都是他都说还有准备，然后我就说那我给你看的，你有没有看？然后他就看的不是我要他看的东西啊。哦，说谎被抓到了，说谎被抓到了。没有，他其实没有说谎。我觉得我们两个对于准备这件事的想法本来就不一 样。对，哦，了解。可是我是说真的，我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要找人家联动，你其实就是不需要准备，就是写企划书给你是一个礼貌，告诉你说我想要找你来做这件事，因为你也不可能说，哎、欸，你现在来啊，我有时候会这样对他，但是就是也不可能这样嘛。那就是其实实际上你应该要做到说，那个人他就是现场来，然后你们这个台也开得成，不然你还要人家准备，那是这是你的台啊，这是我的台啊，所以我就觉得比较不喜欢。欸、这个想法很棒哎、欸，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觉得每个人对联动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好像就会觉得说，哎，联动可能就是很多东西要靠对方来制造效果，或是要靠对方来提供故事，靠对方来提供想法，所以可能会要对方准备一些东西。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用这个方向出发的。我会有两种想法，一种是如果他是来宾。他是来宾，我当然会需要他提供一些故事，但是我基本上就是要由我带领，就是这是他平常就可以讲出来的东西，只是在没有人带领的情况下，他不一定讲出来。那如果是合作，如果我今天是定义成这个是我们两个的节目，我就会希望他也可以出一部分，但这想法前头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啊。那哪一种主题或哪一种形式比较算是合作？例如说像我现在做的那个读书会。哦，了解。因为读书会的性质是我有做两种读书会，一种是我自己做的，那个是比较偏可能是讨论一些生活的哲学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我自己也要读嘛，然后来宾来我可能就可以问他的生活经验，那种我就不会跟人家说我们这是合作。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是他是讲故事的，我想要推那种就是某一些文学，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讲里面某些故事他会想要去看。那这前提就是我们两个都要看书啊。对啊，对，不看没办法讲。他有付出我就会希望他是就是这是一个合作，因为我就觉得他要不然我占他便宜，就叫他看书然后还来我台，是不是很奇怪？我懂。对啦对啦，对，有点是类似这种感觉。好，这个是 VTuber 端的问卷，我这次设的比较短一点点，因为我在猜你应该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好，对，好。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问说，出道的时候有没有为频道定主力的节目？有 64% 的人是有的， 35% 是没有的。凯文，你们一定有对不对？在 出道之前应该开过很多次会之类的吗？对。有，但是这个是现在讲嘛，就是现在当时定的主力节目不见得是后续执行。对对对，没错。对，但当时是一定有的。例如说，以公司来讲，我们其实一开始会有以领民的频道啦，就是我们会希望有两个是我们的主力节目。第一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事的东西，时事不管是时事分析或是时事讲解，这样子的东西，等于说我们用 V 这样子的形式带领我们的观众去知道更多现在在流行什么，不只是流行什么，而是背后的原因。所以我们曾经
也不是曾经，其实我们现在都还在做，就是我们每个月会做一次所谓的推特趋势，像推特不是有时候会跑那个关键字趋势，社群的那种热门，嗯，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会去分析说，哎，为什么这个关键字最近很红？那这个东西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那我觉得台湾的关键字比较普通，所以我们那时候比较有点像是去做日本流行文化的关键字，嗯嗯嗯，对，因为有时候他们会突然有个奇怪的词嘛，像我印象很深刻是某一次他那时候流行一个词叫做哲学僵尸，哈。对，听起来很特别，然后我们就会去找他，可能是例如说他是来自于某一个新闻，然后某一个新闻，然后给予某一种人的一个称呼，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件事情介绍给大家，这是我们一开始定义的一个我们想要做时事，对，用比较轻松陪伴的方式讲时事，嗯，然后第二个呢是最近也开始慢慢在做，就是我们希望针对陪伴感的部分，我们想要做一个比较感性的单元，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是可以帮观众解决一些烦恼的啊，所以对，因为玲玲她虽然是小萝莉的人设，可是因为玲玲本身给人一个比较成熟的姐姐感，所以有点像是说，哎，姐姐来看一下大家现在的烦恼是什么，来，你们这些烦恼姐姐都有经历过，告诉你们怎么做，这种人生经验的分享，帮大家有点像是解惑，嗯，或者是走出人生的困扰，这是我们当时的两大方向啦。对，但后来有一些改变，例如说像趋势的部分，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是觉得做日本趋势比较好玩，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知道，对，可是因为玲玲本身不太会日文，所以当这个节目回到玲玲本身要自己一个人做的时候就有些困难，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在做一些调整，然后感性的东西的感性的故事，那当然 也很吃观众的投稿率嘛，就是观众有没有投稿一些，对对对，观众投稿的东西会跟这一集的精彩度有关，还有数量的多少，那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也在想这个东西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调整，所以当初有设这样的主力节目，可是之后我们也根据整个直播的状况，还有我们角色自己直播的状况，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嗯嗯嗯，对。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会大概想一下说定位是什么，因为尤其是毕竟你们是一个电视台啊，这个是很基本的。对，我自己也是，就是我出道的那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是有定立主力节目的。嗯嗯。然后在第二阶段我就问了，如果你是选你没有定立主力节目的话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没有一定，因为真的是直播的原因非常的多，所以大家会不会定的那个状态也不太一样，那大部分 60% 的人是说他想要试试看，他也不知道嘛，他想要在直播的时候去试不同的类型，觉得哪一个适合他他就做那个东西，他想要用实际的经验去做、okay. 然后有 20% 是对频道没有特别的想法，因为我很常听到有人说他是想要跟别人一起打游戏，所以他开台、哦、有点是类似那种感觉、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我还做了一个标记，这个人是兽人啦，所以他的那个讲法是说他觉得出道的时候能够参考的样本不多，因为你可能要出来你就会调查说，好，那跟我如果假装我是想做艺文的，我就会去看说啊，可能这个人也是跟艺文有插上边，那他的节目是怎么样，那这节目大家是喜欢的吗，或者是可以用什么形态进行吗、嗯、那他觉得没有参考样本，所以他就反而就想说好吧，那就先不要想太多、嗯、对，这个就可以讲到你们最近是不是就是出差去了那个 Holo 的活动那边，对，没错没错、嗯、对，就是因为这一次我们等于说因为这次那个 Holo Life 的那个 Super Expo、嗯、那它算是第一次有开放海外的观众的票进来、哦、那我们当然也是透过了一些方式，就是有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嗯、那也想要等于说我们下礼拜也会做一次直播、嗯、会把 Holo 的这个活动介绍给大家、嗯、也帮大家分析一下 Holo 在整体经营策略上面的一些状况、哦、对、嗯、那我们其实自己就有在分析说因为我自己之前以前很少看日 V， 顶多 看一些精华片段嘛，那现在我就想说好，那我来研究一下到底人家为什么订阅就是哇百万百万的破、嗯嗯嗯、对，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欸、原来 HoloLife 的频道其实大家并没有特别做什么企划，哈，就是用魅力， 对，就是用角色魅力撑全场、嗯、对，就是可能真的你就看真的就是每次直播 maybe 就是打游戏占了80%，嗯，然后剩下的30%就是唱歌，然后再来的10%就是，其实他们连，我觉得他们连杂谈都很少开，
我自己觉得 Holo 在我其实要说我不是看不是不太会看直播的人，但是 Holo 对我的感觉，他们很像是他们其实是偶像。他平常他最主要他一切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他要 3D life， 可是那些偶像平常没有在 life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玩游戏或者是他平常生活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就是比较像是这种倒过来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欸，想到一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也是下礼拜我会想要分享一个点，就是说没有错，其实我觉得与其说他们是 VTuber， 不如说他们是虚拟偶像。对，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在于说，因为以前凯文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啊，我曾经热爱过 AKB48 一阵子，真的假的？哇！对 对， 對，我以前是 AKB 的狂粉，大概追了他们五六年。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觉得 AKB 的魅力当然是除了说他们人很多，你有找到你喜欢的角色之外，我其实超喜欢他背后那个大制作人吗？我喜欢那个制作人邱元康啊，因为他营运 AKB 的方式真的很厉害，他可以把这种地下偶像操作到百万销售女团，他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那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在舞台魅力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所以不管是他们平常自己经营社群，或者是说他们平常自己做自己的那种深夜节目，其实他的重点都是为了把他们往偶像之路推进。对，感觉就是这种。对对，所以他们的重点其实就只是让平常在没有唱歌跳舞的时候，让他们看到说，哦，偶像跟你们一样，平常也是会吃喝拉撒打游戏，也是会笑也会哭，有生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想要展现所谓的偶像人性化的一面。那这件事情他做什么他说什么其实不重要，他其实只是要在直播里面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没错，对对，我觉得一样的。对，这是一个从 AKB 开始，然后有什么地友那种新的形态啦。他把我觉得 Holo 对我来说是把这个东西很完美的运用在直播上。没错，因为你也没有那么多钱一直办嘛，那你在其他时间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开台，然后也可以增加观众的亲密感，然后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会来这样子。对，其实那就是他们直播最重要的目的了。所以你要说他们要做什么特别的企划，应该是说以 CP 值来讲好像也不需要，就是偶尔就是办一个大家一起玩的，弄一个那个感觉，因为像是偶像的综艺节目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就回到，例如说，可能像我们自己经营频道的策略，就是毕竟公司做玲玲不是要做偶像，不是说玲玲不是吗？我不是说玲玲没有成为偶像的条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不是公司做 VTuber 的目的啦。我们是打造一个 Super Idol 这样子，对，所以变成是说，我们希望他更像是用一个比较软性的方式，把一些内容带给大家，这是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我们才会用企划的方式呈现。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问卷这边讲的，很多 VTuber 都是想要借着直播尝试各种电台决定。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像例如说，我们从金飞奖那时候十二月不是跟大家去做联动吗？包含仔仔也有来，就是企划奖大家也有来。我也发现有一件事情是，之后我们的台不管是凯文或玲玲可以做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之后会做更多比较像是综艺节目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做完那几次联动，因为那几次联动的回响都非常好嘛，然后就有其他 VTuber 跟我们讲说，他就说，欸，凯文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跟玲玲做这样子的东西很像是虚拟界的康熙来了。哦，对，然后就给了我个启发是说，哦，对，我觉得在直播上面做一些 好玩的环节，或者是说实体综艺节目上的东西，在这个虚拟世界是不是有一些更特别的玩法？我觉得这个会是接下来我们在直播上面我们想要尝试的事情。那当然这也是观众给我们的回馈。其实我觉得网络很特别，就是说它有时候达到的成果跟你预想中的不一样，你可能本来想做这个，可是观众给你的回馈没有这么好，你本来只是无心插柳，但没想到观众回响很好。其实我觉得凯文这个角色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那不要说自己是角色了，你就是凯文啊。好，对，我觉得他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凯文就是有点，欸，无心插柳，好像蛮多观众喜欢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就会针对这样子的一个 flow 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觉得最后他就会捏出我们频道最后的样子。对，
我自己其实也是有尝试一些，就是把实体综艺节目搬到节目里面来，效果都蛮好的。对我来说，是我没有那么多资源，所以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跟。我觉得如果是公司或电视台，应该是更有条件做这件事情。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比较强大的，也不能说强大，就我们有一些企划的思维啦。那做节目的方式，在直播上面去做一些环节的设计跟发想，我觉得这是电视台，这是媒体擅长做的事情。对啊，这就是你们本业，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往这个方向，其实是挺适合的。对对对对对。好，那如果有订主力节目的话，我就问说，哦，那你的主力节目是什么类型？哦，我们这边刚好这次来填的人都不是歌回耶。因为其实歌回在 VTuber 里面算是占蛮大的一部分，对，刚好不是，就刚好填的人就可能，因为而且我跟歌回的人可能也都不熟吧，我猜他可能也不会比较不会看到我的那个。然后歌回跟 ASMR 在这次里面是没有的。那目前看起来最多其实是主题企划，然后再来是游戏，然后那个陪伴型就是跟娱乐综艺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少。我觉得娱乐综艺是真的。做了之后会很好的成果，可是要执行真的好难哎、欸，执行真的好麻烦哦、喔。因为娱乐综艺，我就觉得说，例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节目叫《天才冲冲冲》啊，我知道。对，其实我拿它当例子来讲好了，就是算可能大家觉得他们的游戏就是很无聊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想的是说，怎么样在一个简单执行的游戏上面呈现最大的效果。我觉得这是综艺最困难的事。没错，对。對，因为如果你这个环节或这个游戏，你例如说游戏很复杂，观众可能不懂规则。对啊，那就他就是没有那个参与感，或者是其实来宾有的时候在当下，因为综艺就是很快嘛，我是主持人，我知道一切，我马上 cue 他，他就要马上有反应啊。对，没错、啊、没错，所以这个环节是最难，就是其实这些东西是简单，但却要有效果。对，没错。对，然后我觉得，因为观众也是一直喜欢看到新的东西嘛，所以你游戏也不能一直重复。对，没错。对，这真的好难哦、這個。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也要考虑到来宾的那个相信，就是来宾适不适合这样的游戏啊？因为有一些来宾可能比较，他比较冷静，你让他玩一些可能比较会有风的效果的东西，他可能表现不好，那效果也不好，所以也要考虑到这一集的来宾的状况去设计相关的游戏。这个其实我觉得综艺是很难做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对谈的东西。来宾适不适合这件事真的非常非常难。我花最久的时间，企划想出来之后花最久的时间，可能会有甚至几个月，都是在想说，那我这个那个位置到底是要放谁？对，没错，没错。因为如果他不适合，他来这边他可能插不上话，或者是他们两个在某些地方他们对不上，那就这就是你企划再好都没有用。对啊，对啊。但是小霞，你不觉得？我觉得来宾这件事很难，就是说，就像你现在做 V 做一阵子，你也会有一些比较熟的 V 嘛。对，我觉得你跟他熟，你才会真的比较知道他适合什么、欸。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只是看他的整个人设设定，或有时候你看看他直播，因为直播，就像我记得之前仔仔来我们这边联动的时候也讲过这样一样的话，就是在自己台直播跟去别人台直播是完全不一样的 feel 哦。对啊，对啊，对，你展现出来气场也是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一定是 maybe 跟他联动过，然后跟他熟了，私底下有聊过一些天，你才可能真正知道哦，他做这个会有效果。而且有些像综艺啊，我觉得我们熟才会有效果，才会敢说一些话。对，因为如果有时候不熟，因为有时候哇，我觉得综艺有个很重要，就是有时候也会靠互相的吐槽嘛，去做一些效果。例如说，可能假设我跟布雷诺很熟，我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我知道笑他什么可以有效果。可是如果我跟一个不熟的 V 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拘谨，我会有点不知道啊。我觉得就像这样讲好了，就像很多人都一直吐槽凯文说，哦，凯文就是很多男宠都只跟男 V 玩，有没有？都不跟女 V。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仔仔频道，我也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我不算是女 V 了，不行，你不要这样子讲，你不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有女 V 邀请我很开心哦。没有啊，我的意思是说，可是其实我觉得性别也有差，因为对于我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当然跟男生相处会比较。就因为男生跟男生之间比较可以互相吐槽，可是如果说是一个我比较不熟的女生的 V， 我觉得我好像就会有点，我不知道这样讲话会不会觉得不开心、被冒犯，或是觉得我这样讲话太恶心，我就会想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跟男生的 V 做效果的时候会比跟女生做效果来的强烈，也是因为我觉得这种相信的关系吧，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找来宾找得蛮准的，那我自己的做法是，我的节目会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个人第一次来就可以参加的东西，他可能规则非常的 sharp， 就是非常的死，你来你就是照着这个规则一定没问题。另外一种是他是一个像我们现在这种谈话的，其实是很容易，就是很适合找人第一次来，你就知道他大概知道什么就可以找他来。那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我就会去评估说，其实就是通常我找，例如说像我现在找你来，我心里是有想另外一个东西可能可以找你，但是就是还不知道，那就借着第一次合作，我就会开始去评估说，那他可能在这时候会适合，我现在丢我这个东西给他，他这个反应，哦，那所以他或许在那个地方可以，对，有点是这种感觉，很认同，很认同，对，就是。但是他一定要有第一次的这个什么第一次的火杯的考验吗，才能够知道他接下来可以进阶延伸成什么。而且我觉得第一次聊过之后，我们也比较可以很精确的抓到我们两个讲话的频率是怎么样。不见得精确，但你至少会大概知道说他在别人的台长什么样子。对，有人说好像面试，我觉得蛮像。好可，所以我今天很紧张，我想说今天会不会经过宅宅的面试，会不会成功呢？不是你一面的感觉。你找人来，我是用一个很实际的考量，就是不是说就是什么要挑人家联动什么，是你今天找他来，如果效果不好，你也浪费他的时间啊。是，但每个人时间都很宝贵，也要下班呢，为什么不要来浪费大家？就是彼此之间都是希望有最好的效益嘛。对，这当然、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达到最好的效果。对，其实就像刚刚我觉得直播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我超 care CP 值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到底花这么多时间，我们有没有获得好的观众回馈跟效果。 对、我就是这样觉得。而且观众的时间也是时间啊，他来然后你们两个还要花时间在那边磨合，他为什么要看你磨合？他还有很多其他事可以做。对啊，他可能如果觉得现在这样的效果不好，或是没什么感觉，他可能直接就转走了，他也不会再继续听。没错，所以这很重要。好，这个是主力节目的类型。那下一步我就会问说，那好，那你现在已经有的人有定主力节目，有的人没有，那你真的实际做的时候是 OK 吗？你想的都跟你做的一样吗？就是凯文刚刚讲的那个部分吗？你有大方向，那最后有没有一样？那就是我自己其实只有想两个分类啦，就是这好像有的是观众，不是观众 ，VTuber 写的很顺利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阿万说他做微笑直播很顺利，因为阿万的定位非常明确。对，他就是他的主轴就是微笑直播，那他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在他是我觉得是在他的职业背后很自然的就延伸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节目定位就是从一开始就非常非常的确实。对，但仔仔，我这边想要吐槽一下，就我原本也这么觉得，但是后来认识阿万之后，因为我蛮常看就是跟我比较熟的 V 的直播，其实我后来发现。阿万的主力其实并不完全是卫教，因为或许啦，我觉得因为他准备卫教的东西其实真的很扎实，那需要蛮多时间做那些简报啊，或邀请他的医生朋友，所以他反而卫教台我觉得没有这么常开。我觉得最近很常看到他在玩游戏，可是我自己觉得他的游戏台是奠基在大家在看说这个会卫教医生玩游戏是长这样，是没错，所以这整件事是凑在一起 OK。对，但是那也是奠基在他前面用卫教去累积的，对，没错。对，但即便如果说我们认真要去计算说，好，他一个月开十次直播，那到底卫教几次？那我认为真的单纯卫教的直播，其实它的比例是不高的。你怎么这样？真的，我是没有，我是认真分析，我认真分析。没有，可是不是你要这样想 ？Whole Life， 我们刚刚有说他们是虚拟偶像嘛？他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去看演唱会。对，我自己觉得阿万他除了他自己也想玩游戏之外，他其他的一切都是说，就是我今天是一个医生，我玩游戏是这样。可是你有时候也会想要看看我卫教嘛，然后所以他的一切都是让大家会这样看完之后跟他有亲近感，然后去看他的卫教。对，而且阿万玩游戏其实虽然我刚刚只是吐槽说他真正做卫教的时数不高，可是其实阿万玩游戏应该说，我觉得阿万是个非常有职业意识的人，就是他知道自己
时时不能忘记推广卫教。对啊，对啊。他玩的游戏，例如说之前最近大家不是很常玩那个 Hospital 666吗？就那个恐怖医院游戏，他也有玩嘛。然后他就会在某一个时刻插出一些跟 maybe 跟卫教或是跟医院有关的相关的资讯，或是他之前也会玩一个就是游戏，就是有点像是去看病，就是去病人的身体里面探险，类似之类，对，他还是会找到某一些相关性啦。我觉得这是他职业意识很高的部分。这其实就是他的节目规划，他其实就是全部都是把它扣在同一个地方，这样才是我觉得才是合理的做法啦。对，就不是只是硬推给观众。对，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蛮了不起。没错，没错，对。然后想做的东西。太冷门，观众基数低，这个是相对比较多。但是我后面会看一下他们写的内容，来看看实际上是怎么样。然后还有实际执行之后，觉得自己不适合，就是你可能本来以为说你可以打游戏，但你实际打游戏之后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可能这也是会碰到的困难。对。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是其他，我把它就是大致整理在那，但我们等一下可以念几个人的他实际写的内容。第一个是他觉得就是你真的做，但是企划说图做的没有办法很好，我觉得这跟宣传有关啦，比较像是说你执行之后你觉得没办法好好的宣传。然后要不然就是说他的直播是需要去外面买东西的，就买一些现实生活的东西进来，那这个采买的可能距离啊或者什么是有困难的。然后要不就是说他要花比他想象中多的时间练习，那大家很多都是兼职嘛，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这算是蛮大的困难的。对，就是你如果还要练习才能直播，这件事情是真的会蛮影响到你出节目的速度跟品质的。对，但这件事情我自己有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很两难，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做需要花费时间练习的东西的话，那等于说你其实就是在做你平常擅长的嘛，例如说你的兴趣，对，或者是说你的可能跟你的工作有关，对对。那这个东西它可能就会容易绕在一个小圈圈里面，就是就像刚刚就它都扣合的，例如说我很擅长某个东西，或我对某个很有兴趣，可是我播出来之后，我发现观众好像没有这么有反应，喜欢，对，然后就变成说我只好去寻找别的主题，可是这个主题可能它本身不是我的兴趣，或是我需要花点时间准备，对，可是那又会让我落入一个我需要花时间准备的一个状况，可是我如果不花时间准备，我播我原本自己在自嗨的，观众又不理我，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它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困境存在。这你问我就对了，因为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播我喜欢的东西啊，然后就是艺文类也不见得很多人要看啊。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跟我自己对话说，你就是愿意为了就是这件事情去改变吗？你愿意改变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自己就跟我说我不愿意，所以我就继续做。什么东西？有啦，还是有点调整，就是我同样在讲我这个东西，然后我试着去用一些大家比较可能会喜欢的方式讲，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在做我喜欢有兴趣的东西的。了解了解了解。我其实自己后来算是有放下这个两难的执念，是像例如说以前我都会跟玲玲去讨论说，例如说请她尝试新的主题，请她准备新的东西。那当然有时候这就是两个人都痛苦嘛，就是玲玲觉得准备这东西真的对她讲负担太大，或者她真的很不熟悉等等等等。然后直播效果也不见得好。我后来就觉得说算了，我觉得我不应该要去坚持这件事情，而是应该，因为我觉得直播第一个直播时间很长。然后观众其实会听得出来你在直播的时候你是自然的，还是你是没错，或是你喜不喜欢，你有没有很紧张，那个状态其实很明显，心情好不好，对，心情好不好，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对观众来讲反而很重要。那他就是应该要回到刚刚仔仔说的，那好，如果今天他用他的方式讲他擅长的东西，观众没有效果，那不是应该去更改那个主题，而是可能换个方式来讲。对，例如说我们用比较有趣的，或是我们找人联动，或是我们辅助素材去试这个，然后但是他还是在主播自己比较舒服开心的状况之下，我觉得观众听起来也才会比较舒服。我现在会有这样子的
想法啦，就觉得说啊，就会觉得玲玲开心比较重要，我现在就会这样想。你以前是让他很不开心，是不是？没有，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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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扭曲这个意思，不是，不是，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个 mentor 的一个角色， okay. 就是我告诉他说，哎、欸，我们认真分析哦，来，你看哦，嗯、今天这一题，然后这个主题、啊，我完全懂，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人。对、嗯、对，然后观众会觉得怎样、okay. 然后你看哦、嗯、就看那个直播那个曲线嘛，有没有、嗯、从这里开始哦，好，往下走低峰哦，表示你讲这个东西观众没有感觉哦，好烦啊你，哎、欸、什么意思，我就是经纪人的角色，我就是营运方的角色，不是不是，但我不完了啦，观众会觉得我很可怕。因为我有一个主管，他也是，就我先生，他也是。但是说你讲这个，大家真的要听吗？我跟你说怎么样，关他们屁事哦、喔，我就想讲啊，不想听就出去。可是你知道我还会很认真，因为我这边会负责做营运。对，我知道你们背后还是有一些那个。对，然后我还会分析到说，因为像后台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数字叫聊天室频率，你知道这个东西吗？我知道。对，所以我会看说，好，假设就算我们同间还不错，我也会分析说，来，你注意一下哦、喔啊，聊天室在这个区块的时候没什么在动，表示大家不想在这边互动。不一定哎、欸，我们家有时候就是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没有动。那不一定，你不可以这样怪他、啊。没有，我没有怪他，我们只是认真分析，因为其实大家应该发现说，玲玲的直播一周我们只做两次。嗯。对，那所以我会希望说这个东西是投资报酬率高的，我们虽然频率没办法拉得很高，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都是能够跟观众有很多的互动，让观众有一些获得的。对，所以我一开始，但我还强调我一开始会这样做啦、嗯、那现在我就会放松，我觉得说好，玲玲开心就好，跟观众有时候打哈哈水一下没有关系，那就是一个开心互动的感觉，我现在就会比较轻松看待这件事情。对啊，虽然、欸、我跟你讲、嗯、我还会分析一件事情，就是、嗯、除了每次我们会拿 YouTube 的频道数字去分析之外啊、嗯、我还会把我们的推特社群的数据去分析哦。天哪，就是因为我觉得社群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直播的延伸，就我们没有在开直播的时候、哦、观众怎么跟我们互动，那就透过社群，那我们分享了生活的什么样的事情，观众是有感觉的，观众愿意转发、嗯、或是观众有没有在某一些时刻帮我们做二创，我觉得这个都跟我们直播的内容或是我们社群的经营是有紧密相扣的，我觉得这讲起来蛮多的啦。所以例如说像我自己会觉得说，观众什么样的时候会帮我们做二创，例如说我们某些直播有些梗的时候，像例如说最明显的是那个时候，当凯文跟布雷诺还有阿万我们有亲亲梗出来的时候、嗯、哇，那个时候的 梗图超多，那我觉得那个就是维持社群热度，以及大家会因为这个梗有反应而会想要对这个主播或是对他的内容有感兴趣、嗯、会回流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对，所以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在直播里面能够有更多让观众记忆深刻，或是能够让观众借由二创帮我们自然扩散的机会，所以社群我们也会每个月去做一个回顾，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东西时候是数据好的，我们抛这个文观众有没有反应，还是观众根本连留言转发都不愿意，我们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天哪，完了，我觉得今天我很扣分，完了完了完了，对，还好，那没有，只是我就想说，天哪，我果然就是适合当个人事。没有了，没有了，我没有。但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我对玲玲很可怕。我觉得应该是說没有，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说真的，你们后面是有一个企业的，你企业出来也不是做慈善的啊。你做这个，你要推广，你就是要有推广的效益、嗯；你要钱，就是要有钱嘛。所以一定是要有个想法，要不然你都不用，都没有东西可以看，又看的那个标准，大家就随便做就好了。是啊，对啊，然后我觉得以公司，我觉得又回到公司经营 VTuber 的状况来讲、嗯、就是说有人说分析数据好可怕，不是不是，应该是说其实公司经营 VTuber 并不是为了盈利，所以我们不会很要求，例如说像是抖内、哦、或是会员，哎、欸，好好没错，可是那我还是要跟主管证明说，好啊，那你们这个频道重点不是盈利，那你重点是什么？嗯哼哼，那我就会说我们的重点是影响力。好，那来了、okay、影响力的数据是什么呢？没错，对，那就是这个互动，观众对你的直播有感觉吗？观众愿意转发你的东西吗、嗯、我才能用这个数据去说服说我们家的玲玲在某一些人里面是有影响力的，大家是会关注他，是会讨论他，是会因为他讲的话而有被影响，我才能够这样证明嘛。嗯，
对啊，不然啊，你这个频道又不赚钱，又没有影响力，那你当你到底做这干嘛？就只是纯粹两个人聊聊天吗？对啊，这是没有意义的。对啊，对啊，对啊，就会变成是这样子。我没有说你这样不好，但我就是只是就我个人经验来说，我会觉得这蛮烦的。哎呦，观众会不会觉得我很烦啊？你们会觉得不会很烦？没有，因为你本来就是你是节目规划的人，你要负责啊，是是，你要为这个节目出来成效如何负责啊？是啊，是啊，啊是啊，所以这真的是没办法，对，对，所以这个是对啦，我们这边的经营的想法。对啊，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有一些人也是觉得说啊，反正我开台就是做我喜欢的事，像我也是嘛。可是你要说我完全不看数据吗？我当然也会看，因为你要有效益啊，你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你做的观众喜不喜欢？因为你是要讲给人家听的，那观众有没有喜欢，其实也是在你去评估这个成效的一环嘛。所以我觉得看数据是基本上要啊。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对啊，而且其实对我觉得有一点很好，是就是凯文要负责，如果我是玲玲，我会觉得很开心，反正他念归念啊，负责的也是他自己。哎、欸，每次我压力很大哎、欸，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这边我的角色就是营运方嘛，那当然我上面也有我的主管，对，然后当然也有支持这个专案的预算的人，哎、欸，不然哎、欸，我就问，不然玲玲的 3D 是免费做的吗？这个、玲玲的 L2D 的衣服是免费做，那都是公司要支持的预算，是啊，那是啊，那怎么让长官支持这件事情，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有意义？对，那我觉得我当然必须要用这些东西去交代啦，我觉得没错，是一个必要之二。对对，有观众说必要之二，没错没错，没有二，这真的没有二，就是这其实就是就我的立场，因为我是没有要管，我就是想要做这个。如果你说我做这个没有人不要做，我就不做了。但是他们不行啊，他们至少要做到一个阶段嘛，所以这本来就是这样子，没错。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是公司营运方的想法啦。对对，好。那再来就是在观众端问卷之前，我来看一下 VTuber 他们就是有一些意见，还有写下一些他自己的意见。凯文，你其实看得到，你知道吗？我其实我你说后台我知道啊，我知道，我看得到，不是不是，我跟你的企划，我就想要问你一件事而已。我跟你的企划，你其实是看得到 VTuber 写的意见的，你知道吗？哎、欸，哇，所以这真的很难。我知道，我都点开三角形是吗？对，我知道，我要，我跟要是四单不一样，没有，我以为你说的是我可不可以看到问卷后面的那个 Excel 的？有，我知道，我知道，有啊有，我知道。没有，只是问问看而已。对，我知道，我知道，我跟药师时代不一样。再度强调一下，再酸再酸。对，是有会发现的，好不好？可恶！阿丹那边点开哦，有点开，烦呢，有啦，有点开。好，这边有一些是他们列出，就是刚刚讲说执行的困难啦。例如说，就是他本来只是想要跟大家一起玩游戏。就他玩了之后发现就是说啊，好像自己一个人好尴尬，他也不太擅长跟观众互动，所以他后来就变成就是有找搭档啊，或者是变成纯分享的类型。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应该是阿丹，他说他本来是想要做一个技能交换的企划，就例如说我教你一个什么，然后你再教我一个，就我们两个分别交换会的东西。结果他说他最后发现他会的技能不够多，所以最后就变成说他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啊、所以这个就是执行的时候发现啊，其实这个是行不通的，跟想的不一样。对，就是这个是 VTuber 方面的内容。然后我们其他的话看起来，我看一下哦、喔，谢谢我的，我有收到，但我就不念了，就是。他说台湾的观众目前还没有个定性。就是目前看起来的节目内容很像是大家就是不知道是大家比较常做还是观众比较喜欢，所以要等到他认为就是要有一个找到一个确切的经营模式，比较有可能可以再去想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到底就是观众喜欢什么，他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也有可能是大家都开这种类型了，所以观众就是这样，他不知道还有别的东西可以选嘛。对对，有点是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啥，然后还有就是他做节目的目的是希望可以用不同的媒介讲故事跟观众互动，他们做的是那种声音剧场啊，然后是真的就是告诉大家这个 VTuber 背后的故事的，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节目类型。然后或者是说他觉得创作跟分享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事，所以他愿意去尝试，他没有一定要就是
有什么特定的内容，他就是想要去试说我能够做什么，那观众会喜欢什么。嗯，我看看哦，有人说 VTuber 最重要是推出自己的特点，他觉得主题企划是最方便也最快做到这件事的方法。那陪伴型杂谈是台湾喜欢挂听。哎、欸，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想法我是相反的。我先把它念完。他说，杂谈上更容易有互动，但跟主题杂谈起来，因为比较轻松，所以会更容易让观众参与。我觉得陪伴型杂谈挂听反而就是对我来说是在我想象是相反，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主题的话，你就是像听一个节目，你就是挂听，你没有回，其实那个人会一直讲下去。哦，对对对。可是陪伴型杂谈有点像是他在跟你对话、跟聊天，对对。而且陪伴型杂谈、其实哦、我就要爆玲玲的料，就是你知道吗玲玲你知道吗玲玲我不知道因为玲玲其实最苦手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应该这样讲，我现在讲玲玲并不是因为我要说你可以说你认识的一个 VTuber 啊、没有，因为应该说因为你说如果说公视经营的频道就是玲玲啊，现在就是玲玲，所以我当然只能拿玲玲当例子。玲玲很多经验也都是团队这边去讨论的，所以玲玲的状玲玲的表现也跟团队是紧扣的啦，我是这个意思。那玲玲当初有一个很苦手的部分是，其实玲玲觉得所谓的陪伴型杂谈对来讲最困难，因为她不知道聊什么。对，因为我觉得对，一开始因为玲玲也是去年十月才出配信嘛，对于从来没有做过直播的人来讲，他其实不知道要怎么样毫无目的的去讲话，讲两个多小时，没错，对，所以反而你给他一个主题他还觉得比较容易，因为他只要绕着那个主题讲。但如果你要今天叫他聊聊天，然后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也有很多嘛，例如说也不能像真的聊天一样，因为很多时候会暴露我们很多真实的资讯，对，这个东西要怎么拿捏，然后跟观众要怎么互动，然后讲出来的东西又要有趣。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本身就是话很多的人，就是我是那一种就是我可以跟聊天聊很久的，可是玲玲比较不是这种个性，所以她反而所谓的陪伴型杂谈对她来讲很困难。那所以对我们频道经营来讲，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少有所谓的什么突发杂谈，没有这种东西，因为玲玲比较她比较不擅长，对，所以我们都是给她主题性的东西，让她去有一些准备跟有些范围，她会比较可以去发挥。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频道的现在在杂谈上面遇到的事情是这样子。我跟你说，我做那个问卷之后才发现我的主题性杂谈的定义跟别人不一样。怎么说？因为我在观众那边我是把它分成就是陪伴型跟主题型嘛。然后我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开台你封面是写杂谈，或者是你不是写一个事情，就全部都算是陪伴型。哦，我懂我懂。对，就是你中间可能当然你聊天一定会有主题啦，你不可能说我现在就是一直念拍啊，也是主题就是念拍嘛。就是、欸，但是我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蛮我之前开过两三次凯文自己单独直播的时候，我都是开就是这种比较陪伴型的，就是我就是讲我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的这一种。对，可是这就是陪伴型啊。对啊，对啊，对啊。其实，例如说他分享他做的什么事，也算是分，就是讲说他最近碰到的事情嘛。对。就是没有定义不一样，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那仔仔，我问你，我好奇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也是之前我们在讨论频道经营的时候，玲玲也很常问我的。好，他就问我说，做像做这样子的杂谈，是不是你一定要讲一些好笑的事情，观众才会有反应？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做啊。我是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我是说真的。就是我以前会做，刚出来就是看人家做什么就做什么嘛。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花时间欸，就是我不太想做，因为我自己想要做的题目就其实就可以一天就开的时间就已经有点满了，我还要花时间陪伴型杂谈，我觉得我不太擅长啦。就是你要聊当然也可以，可是好，我想一下，如果我是用这个想法去想的话，回答他这个问题是不是？对，我觉得那个陪伴型杂谈是个人魅力，其实主题型也是，因为我今天讲这个东西，为什么你要听我讲？因为你喜欢我讲的感觉，或是我讲的时候会有什么可以跟你互动的那个很有趣，或我的想法会很好笑，
这个是个人魅力。可是陪伴型是纯个人魅力。哦，懂懂懂。因为你跟我讲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如果我不关心你这个人，你跟我讲，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讲啊。没错，没错。对啊，没错。对，因为像有一次玲玲就跟我讲说，因为他其实就不懂为什么我只是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大家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只是现在网络的人喜欢荒唐吧？你说我很荒唐是不是？我觉得蛮荒唐，但不错，我觉得这是夸奖。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的，他就说，因为他就说我的，他的身边就是没有发生这么多荒唐的事情。他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整个杂谈的节奏跟效果跟凯文的状况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就好难分享，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为了制造效果去编一个我剪刀被同事拿走的故事，而是我就只是觉得说，哇，这件事情好生气，一定要开个直播来跟大家分享。那可能我讲话的语气，跟我讲话的感觉就比较荒谬，所以大家觉得很有效果。那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他要怎么样传达给玲玲。没有，你反而我觉得反而不要想那么多欸，因为我刚出道，我也觉得说我很讨厌跟人家聊天。然后这样子开人家会喜欢吗？可是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有的观众他重点并不是说你讲话多好笑，他是想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哦，是是是，对啊。可是这我必须说我开的经验真的很少，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办法真的讲很有效的意见，只是我自己是这样觉得。你们觉得呢？聊天室都没在讲话啊，哈。这个就是被凯文说，仔仔，你看你这个时间聊天室频率，聊天室频率下降了哦。我们就会在那个注意一下、哦、画那个曲线图，不要害我哎、欸，你们快点，好好笑，有在动，有在动，是不是？有动起来，动起来，现在动起来了。为了拯救聊天室频率的那个曲线，好好笑。没有，可是哦，刚刚前面你在讲那个，就是你们两个是没动那个，我自己就是虽然我就是真的，我自觉得我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就我内容分享这个类型来跟你就是讲我的经验，你讲内容的时候他们不会讲话，哦，对，其实是会意外的很安静，是，因为我自己真的会蛮在意聊天室，是我确实如果看到聊天室不动的时候，我会想要丢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不管是跟聊天室里面的人问问题啊，或是我就会想说，刚这个话题是不是太无聊了？那我可能把这个话题结束好了，我分享另外一个故事，我确实会有点被影响，对我来说，我一开始也会。可我后来发现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去，我这边的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去，就是他们现在有没有空，或者是这个东西他有没有觉得可以插入的点吗？有的东西他就是听啊，他就是很认真在听你，例如说你讲一个故事，或是你讲一个道理，那、啊、你没有特别问他，他其实就是非常安逸的在听。就是在听。是是是是是。对，所以我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对啦，是啦是啦。有啦有啦，我在想一下，我现在已经放下了，各位，我现在已经放下了。大家现在一直在救玲玲。大家有没有发现，哇，以后玲玲聊天室怎么动这么快？救业绩哦。就是。我想说他的那个很坏耶，要赶快救他，好可怕，好可怕。然后以后玲玲到推特只要一发文，哦，大家赶下去留言，但凯文又在那边压力很大，怒气很差。观对观众的业绩压力，观众业绩压力。哎、欸，可是我真的觉得，你知道，好，我觉得想要再说回社群，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没有看到很多 V 在社群上，有一直在分享东西耶。有几个我觉得有，例如像辉达，我觉得他很常分享。然后我觉得菜鸡社群上也很活跃。可是我觉得好像大部分的 V 都是把社群当成一个比较像是宣传的工具吗？宣传要开台了，或者宣传自己有什么活动，宣传有周边。你会这样子觉得吗？我觉得要看想要做的类型，因为像我，我不是要跟观众当朋友，我就不分享生活的东西。哦、oh. ，对吧？因为我跟他就是平常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会跟他讲，我如果去看戏我会讲，可如果我今天捡到200块，我就不会跟他讲，因为不关他们的事。哦，哎，我会耶。对对，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就是这是经营根本上的不同啊。了解了解。不是，我玩的我会耶。没有没有，这是经营的，就是想法不同，我觉得。对啊，是是 是。所以也，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讲的都是可能推特触及比较高的，很有可能他有分享你没看到。哦。对，因为就是现在的那个触及真的是蛮残酷的。真的耶，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你要去跟玲玲说，你看你的触及。
有啊，我们就会每次就分享说，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月玲玲最热门的推特贴文是来这一则，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啊，我觉得啊。我知道，我下次应该要在我的台开一下。我因为我们每个月会有那种月会报告的那个哦，叫大家一起看是不是？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怎么做我们的月会报告。然后我每次开会哦，都是两个小时起跳，好可怜哦。对，然后从哎、欸、什么好可怜？然后从超可怜的，对啊，从同阶检讨到聊天室频率，检讨到社群，检讨到每个月企划的状况、缩图、联动来宾之类的，我们都会去做一个，不能说检讨啦，回顾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主播就是认真在开台，他可能也没有很宏观的去看这件事。那我觉得让主播自己更了解自己的频道跟他PO出来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回馈，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我的我好可怜，哎、欸，你看完蛋了，我觉得大家都覺得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自己的会见也是在做一样事，我跟我的观众一起做，因为我是个人事。嗯，就是我会看数据，然后跟大家说我这个月做了什么什么，那个有帮助。那这个可能好像就是这个相对来讲新观众什么比较少哦，对是、啊是啊，只是我没有悔改而已了、啊啊。就是我就说啊，那这也没办法，我下个月来看看。对，但我觉得没悔改也没关系。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对、啊、你要知道，要知道，对，就是啊，我知道我做这个，就像你刚刚讲的、嗯，就算你知道，就算你知道不好，你还是想做。可是前提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没错。就是你不是无头菜，你说反正我就是要做，我做我知道说好，我开艺文的人就是比较少 ，OK 好，但我要开啊，我要不要开？我要开。那如果我没有那么喜欢的节目，人很少，我就会马上不开嘛。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对，哎、欸，你知道我觉得也可以回到公视对于整个电视台的想法，因为大家知道公视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不是商业电视台嘛，所以没错，我们其实公视并不是看收视率作为评断节目好坏的唯一指标、嗯，我们有个东西叫所谓的多元指标，嗯，我们衡量一个节目它到底好不好，它有很多种，例如说它有没有得奖。嗯，他在社群上有没有好的触及、啊？他有没有被海外的串流平台买走？有没有叫好？对对对、嗯、对，不见得叫做，但有没有叫好？嗯、对，我觉得这是多元指标。所以如果说我们都只看数据，好，我们就以直播来讲，直播的数去拿奖，比如说看同阶或看观看率，那些儿少节目，對啊、那些弱势族群节目，早就该全部被砍掉了、嗯。没错，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方面的想法跟我自己就蛮像。我们唯一的差别就是我没有悔改，其他的都蛮像的。欸、可是没有、哦，像如果我觉得我今天是假设今天仔仔是我们旗下的 VTuber，、嗯、我就会说这个东西，就算它数据不好，可是它有什么，它有独特性、嗯，这个对公司来讲是很重要的指标。没有人在做的东西，只有公司做、哦、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哦，那你们如果有一天要外包 VTuber 可以考虑一下。那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直接先把主题直接跟技术观点直接跟你合作。但是我们在合约聊先写说我不会悔改。你看数字我不管你哦。没问题没问题。我跟你说我只要有性冲哥其他都 OK。你说你不要有性冲的是不是我要有性冲哥啊。哦你要有性冲哥的是不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的岛对不对我跟你讲性冲哥曾经在我们因为你们是二期生嘛在一期生小孩子、哦。我知道。对哦。他们两个好可爱哦他跟那个、哦、小梅互动超可爱。对性冲哥是喜欢跟我们这种新的东西做合作。然后、啊、你知道之前有话好说有发 NFT 吗哎、欸、我不知道。我跟你讲，信聪哥是个非常喜欢尝试，他好流行哦，他好流行。信聪哥的 NFT 那时候，而且我跟你讲，立刻卖完，秒杀，哇，好、嗯、不错，信聪哥的魅力，对对，可以考虑看看，如果有朝一日，好，没问题，这我们再聊，这我们再谈，我们来讲下一段，好好好。哦，我最近一开台，我的聊天室软体就会挂掉，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放在画面上。虽然他们也没什么在讲话，有啦有啦有啦有，刚大家有在救那个频率，我刚有看到刷了很多，有、欸。你们这最后看到玲玲的留言，要赶快去跟他讲话、欸，哎，不然会被凯文被凯文检讨。对啊，会被凯文检讨，哎，大家好烦哦、喔。不会啊，不会，我们就温馨提醒，互相了解，好不好？好，再来下一个阶段是观众的。对，那如果你有没有提问卷，或是你现场有想到什么想要分享的东西，也欢迎就等一下来聊天室留，我等一下会接你们留言。都有留言吗？好吧，这是我的错。好，首先呢，我就想要知道说内容对大家到底重不重要。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第一个问题是，内容不重要，只要他长相跟那个声音是合我胃口的，他不管讲什么我都听。
然后我的做法是一到五，就是从超级没差到超级在意他的声音跟长相。那我的算法，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标准的算法，因为我其实没有分析过这类的数据，因为这比较是人类问卷，这我不熟。所以我的做法是，如果你是选一超不在意，你就是拿一分。那五就是超级在意嘛，所以我就把这个分数做平均，就会知道说大家整体而言到底是觉得怎么样。对，哦，有人是看时段吗？就是你有空你就听，你也不管他是讲什么。就是点那个 YouTube 那个直播中，然后点进去的那一种，也有可能，有可能。我之前有一集是在讲说观众怎么样帮助统计，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什么东西，什么直播前面会让你们想听，观众跟我说有空的。哎、欸，但这也蛮重要的耶，因为直播是，对啊，因为直播就是很对很多人来讲就是陪伴，就是放松，那当然就是有空就听，就当广播听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我觉得在意声音也蛮，我蛮能想象的，因为你就是耳朵会不会很痛啊？哦，对，没错没错。不管是他声音好，你觉得好不好听，或者是他的收音品质，我觉得都会有差。哇，但你知道，仔仔，我觉得这个问卷有点可惜的是，我觉得哈，声音跟长相应该分开来。哦，因为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会把它分在一起吗？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啊、是没错，是没错。因为后面也有人说你怎么不把那分开，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因为我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也不懂。我跟你讲，因为我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对，你也知道，就是凯文检讨大王嘛，就我们有时候都在讨论说，就是又来了，对，就我们就在讨论各种可能频道的一些突破或限制之类的。Okay. 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媒体界就是女生比较多嘛，然后我们自己的团队的凯文，就是除了我之外，另外两位都是女生，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很缺乏臭直男观点，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真的很臭的那种直男。臭直男观点是什么意思？好，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我那时候就问我一个臭直男朋友，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这样讲他？就是到底你可能就像药师四丹那种吧，就是我就问他说，你到底看 V 你是用什么东西去选？然后他就说，男生看 V 就是看脸。因为好，我跟你这样讲，我就问我为什么会这个问题呢？我就问他说，我就想要知道啊，为什么有一些 V 就是他可能都还没有出配信哦，可能前面只是有一些短影音，然后一出配信他就立刻破万定。对，我就问说，因为他漂亮。对啊，我现在不是要酸任何人，我真的必须要先打。没有没有，你不用，你越打越怪，你还不如直接讲出来。好，因为我想说，我怕好像有影射，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是真的想要了解我们怎么样可以跟别人学习。那因为你如果说都还没有出微信，表示说你还没展现你的企划力，对不对？对。然后二，你也还没有让你的声音去跟大家有更多的习惯跟接触。那大家到底是看什么订阅呢？其实我真的蛮想知道的。然后我的臭直男朋友就告诉我说，就看脸呐、啊。我觉得她蛮漂亮的，我就先订阅再说。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声音跟长相要分开？因为、对，怎么了？怎么为什么要？你怎么突然变得渺小了？因为我想说我太丑了，我先去后面。不是，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对于部分观众来讲，其实长相蛮重要。可是我觉得这也没有对错之分，那就是所谓的顺眼嘛。对，他觉得他长得顺眼，他觉得他有给他喜欢的那个氛围，所以他讲什么不重要，长相对了就听。真的啊，这是真的，就是你一看你不认识他，你就是听他，例如说他有 cover， 你就听他唱歌好不好听嘛，或是看他的脸，然后声音你能不能听。 对，真的，对，所以演员其实真的蛮重要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对，这是真的。对，订阅、其实不一定会看，他就是觉得好像不错，那如果之后没有那么感兴趣，他可能就不会去或不会看这样。对，没错没错、所以美色，对，美色很重要啊。对啊，我一开始就是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放任何美术图，就没有放美照出来宣传，不能，我其实不能这样说，因为我没有宣传出配信的时候人就超少的啊。对啊，是真的有差。对，所以美色蛮重要。对，但这也没有什么，本来就是你，这是你的休闲，你可以选择你要用什么想法去看呢、啊？对啊，当然，就是喜欢正妹没有错啊，就像药师四丹喜欢正妹，这个东西都是没有错的。你不要再黑他了，这不是我说的。我其实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okay. 我觉得他是一个怪人。他是个怪人吗？对。
我想要帮他讲话，但又好像不是帮他讲话。你这样没有帮他讲话哦。我这样没有吗？没有，没有。他说好了，他说好，好，好 ，OK。我可以想象他的声音， okay, 好，好。好，然后呢，再来假装没这回事。好，再来呢，就是我就针对不同的节目问大家选择节目的偏好。其实右边的那个 bar 只是好看而已啦，你看左边平均就好了。右边的 bar 只好看，OK。就是因为你就看你这样，其实你又没有真的除，如果量多，你根本也不知道确切是多少。是是是。然后我也是用刚刚的计分方式，所以喜好的依序，我觉得在因为是我们的观众也有差，因为你提出来一定是，例如说我提问卷一定是我的观众会最先写嘛。路人就是他是看心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是谁填会很有关系。但我们目前这样看起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是主题型，然后再来是陪伴，第三名是歌回，然后娱乐跟游戏是比较后面。跟刚刚前面那个 VTuber 大家的那个主力节目的趋势其实有一点点像，所以大家可能都有做一个市场调查，或者是那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大家会觉得大家一般人会比较喜欢听那些东西。对，我很惊讶歌回竟然没有就是在前面，因为我的感觉是大家是最喜欢歌回。可是等一下我们看观众讲话什么的、都会发现其实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子。对啊，而且歌回啊，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个，因为我曾经有跟一个我跟一个某个歌室的 V 还蛮好的，然后我就有问他说哎、就是你们这样子开歌怎么可以猜到是谁了是不是？对啊。完了啦，我的朋友圈都被大家摸透。好，反正呢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开歌回他们要准备的时间非常多，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你要唱新歌吗？是吗？应该是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们唱歌回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些歌都是先练过再唱给大家听的，他不是在当场唱一些他喜欢的歌，他不是卡拉 OK。 对对对，他其实是把它当成一个歌唱表演。所以今天假设他今天准备了15首歌，这15首歌是他在开歌回之前他就练过的。那练歌需要时间嘛，所以就变成是说其实如果大家有时候关注他们的歌回的歌单，其实并不会每一次都全部是新歌。他会穿插很多的旧歌在里面，练过的。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会他练新歌需要时间，所以他可能就说今天就是唱5首新歌，然后另外5首他就会说哎、那我们唱之前我们唱过的一些旧歌给大家再回味一下，他会有些旧歌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是蛮需要准备的时间。对啊，就没有所有的就是都还是会有一些他的 effort 在吧，我觉得。对啊，是啊是啊，然后歌单还要一直扩充，因为才会让大家觉得你好像不会一直跟不上流行。然后其实像歌室他们的经营策略我觉得也蛮硬的，像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他们的歌单团队都会去讨论你选的歌是有流量的歌吗，就跟你一样啊。好烦哦、我就是抓一个梗会一直抓会一直记得的人。你现在知道了吧？对对对、可是我其实本来没有想，因为 我原本都以为他们唱歌回都是唱他们自己喜欢的歌，我发现不是耶、你如果唱，如果你有团队就是你的喜欢会比重会变低吧。对对 对，就是可能他们也会让你唱一些最近流行的歌、或者是说最近比较红的歌手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影响到他们自己歌单，那这又不见得是他们擅长的歌曲，他们可能就需要时间练习。对，你有自己的 hashtag 凯文检讨大王，检讨大王，超棒的。没有，你要说我是数据分析师，好不好？数据分析师。我觉得我刚刚要漏讲掉一个检讨大王，刚想要分享到的一个，就是刚刚讲男，就是讲那个臭直男的发言嘛，对不对？臭直男还跟我分享一件事，他就说男 V 跟女 V 观众是注意的东西不同，因为他就说，你刚刚不是说臭直男都看脸嘛，对对对，然后他就说，臭直男会订阅很多的女 V， 他们就是只要觉得正，他们就会订阅。可是女 V 对男 V 很专一，女生不会同时看很多的男 V。真的吗？他这样跟我讲，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这样想。他说 女生顶多可能看两只，就是 女生对男生很专情。就是我认定这么少。对，例如说我认定药师四单了，我就是只爱他一个。这我不没有哎、这我不赞同，因为我会就是我想要增加女生观众，所以我就是其实蛮常跟男孩子合作的。他们来的观众重复的啊。
而且他来，他跟了我之后，看到新的男生，他就跑去他那啦。哦，真的？所以女生也没有那么专情，是不是？没有啦，没有，他误会了。他误会了是不是 ？OK OK， 好，对对对，就是我的朋友跟我分享的啦。他就说，对男生的粉丝啊，因为他跟我讲说。男 V， 因为男 V 通常普遍来讲订阅会比女 V 再低一点嘛，对不 對， 对？就是毕竟这个市场上还是以女 V 比较多。对，可是男 V 的观众很死忠、哦，所以你就看，例如说我也不讲谁好，例如说我们就看，同样大概订阅数的男 V 跟女 V， 假设都是10000订好了，好，他可能女 V 可能有10000订，然后男 V 可能也有10000订，或是男 V 没有10000订，但是他的同阶可能会比女 V 还要高。所以我是男 V， 对，有可能哦、喔，你就是比较走男 V 的路线，对不对？好像是这个路线哦、喔。对，就是订阅数可能强不过人家，可是你的互动跟你的同阶，因为你的粉丝很始终只爱你一个，所以互动率跟那个转换度很强。我的朋友跟我说的啦，再度强调一次，我的臭朋友跟我说的。好，对。好，谢谢谢谢。我的会员说他很专情，然后也有人说他订很多个，我觉得这是不一定，但可能就是他的想法啦，他的想法。对啦对啦，是。对，这个我觉得啊，大家可以去听我们之前有做一集是男 V 就是地狱开局嘛，也是跟没有点开三角形的药师四单一起做的。没有点开三角形。可是我觉得那集开得很漂亮，虽然他没有点开三角形。哦，好好，我来听一下，我来听一下他的想法是什么。好，我们那一集大概找了20几个男 V， 就是这个不是这种点，就是是或否，是真的请他们写一些他们觉得某些问题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蛮珍贵的，大家可以去看看。那集没有三角形，有，你现在去，我还有剪精华，但我后来觉得放出来好像很怪，我就没有放。那一集就是你拔掉在地上那一集啊！好，不要跟他聊天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节目的偏好。节目的偏好，我觉得刚刚观众说的对，就是他们说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观众是这样子想，我觉得有可能，是是是，真的有可能。我们家因为我不开歌回啊，所以他喜欢歌回，他来我家就是很怪嘛。哦，对对对，对啊，这跟那个数据的 TA 有关系。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有超级多人来做，所以他一定他的趋势应该就是可能是某一个群体里面的趋势。是，所以这个是选择节目的偏好，这个其实就是会影响到你在规划节目的时候，你想要做哪一种类型的。如果你决定要做比较冷门的类型，你就是要去想说，那我没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比较特别，可能会吸引人的闪光点。然后像凯文就是公式，其实就是主题型陪伴型嘛，对对不对？我自己是主题型，然后后来像婚友社那种，我把它定位成娱乐型哦，对，就是我主要是那两种，所以这个是选择节目的偏好。再来呢，就因为我们的重点是想要讨论说主题型的东西怎么规划，找公式来就是为了这个嘛，就是同样是主题，其实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嘛。对，那 对所以接下来我就问大家说，对主题杂谈的偏好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分的有点大，所以大家可能等一下可以看看大家的想法，就是这个是一个大概的趋势，但是可能还有更多不同的类型没有讲出来这样子。凯文稍微左移一点。哦，凯文挡住。我自己吗？我自己移动是不是？对，你自己哦，很好很好，听，非常好，好好好好 ，OK OK OK 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大家最喜欢的，我没有空格，好算了，最喜欢的是那个领域新知。领域新知我的定位就是，例如说他是特别的职业啊，例如说他想要做卫教啊，或者是像前面 VTuber 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人写说他是很喜欢看剧场的人，然后所以他想要分享剧场相关的事情，就是某一个领域他是剧场人，所以他在他那个领域里面，他就是去分享他知道的内容。这个是看起来最高的，再来是兴趣爱好。兴趣爱好我定义说，例如说像我喜欢看书，例如说或者是我喜欢打高，我没有喜欢打高尔夫球，这是举例。我喜欢打高尔夫球，那我就分享高尔夫球的事。然后时事讨论，我其实蛮惊讶，时事讨论的喜好会反而输另外两个、欸。对啊，我很好奇耶、欸。大家不是最喜欢吃瓜吗？不是吗？还是有什么瓜？不是你们都跑超快的吧？还是他们把时事讨论想得很严肃啊？啊，他们以为是要讨论一些
政治啊新闻或是哦有可能因为其他里面有人写政治他不喜欢，对，我猜他们是把它往这个方向想。嗯，我上面我的附注是写新闻议题跟社群热议，社群热议就是还是我写太文绉绉，就是有对对，有可能他们把想象的是比较硬的东西。对，例如说可能这东西，可能例如说我如果看到，可能想到是不是要讨论一些政策啊，哇，或是刚推出来，有可能啊，例如说好像有可能，对对对，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你写，例如说是写什么时事潮流啊，这听起来好像就比较软一点。对，好，这是文字，对，就是不太会用，我猜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接下来重点来了，就是对，就是主题的规划到底要怎么样观众才会觉得 OK 呢？所以接下来这个重点是看观众的其他的心得。好，其实你可以来中间一点啦，接下来不会用到画面了、对，你可以过来，你想过来吗？你也可以不用过来。对，可以，我要躲过来。看你啊，我现在不同步，我现在不太确定我这样子。你要这么过来吗？对，等一下，太多是。等，我现在有点抓不到那个距离，等我一下。这样嘞，我们这样要保持安全距离吗？可以吗？可以，好，可以的。也太近了吧？太近了。我跟南碧联动的时候都是黏在旁边的哦，好恐怖。有啊，我们的封面也是啊。我那时候在想说，哇，也太近了。一时之间有点哑巴，而且因为凯文的手会一直动。就会不小心碰到别人。对啊，这有点这个区域可能要画一下。危险，没问题。好，观众的意见蛮多的。我们要不要轮流念？你知道你看得到那个三角形吗？我知道。谁要先念？你先吗？好，我先。好，好。第一个是他喜欢知识型的，因为他走路的时候可以听，然后就会很像 podcast。但是如果跟 podcast 比的话，又可以互动。然后他另外一个是喜欢唱歌的杂谈，就是一边唱歌，他中间可能会聊天。那也是因为他可以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听哦。他就是他其实不见得要互动，他是想要可以就是他就算没有在互动，然后也是可以听一个东西或听一个声音的感觉吧。有人在讲话陪他，对，有点是这种感觉。这一个我就会想要提出疑问，因为我一开始也会很卡住的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因为表示他不开影像，对不对？对，那为什么不听真人实况组？为什么不听真？也可以听真人实况组啊。对，那我就说，那观众怎么选择呢？就是因为对他来讲，他只是想要听，你懂我意思吗？他只是想要声音聊天陪伴。那这样子也可以听 podcast 啊，他也不开画面。对，那可是我觉得人选择都应该是有原因的。那可是他为什么会选择听 V？ 假设说今天他听仔仔的台，他其实真的很少开。动态很少看影像，他都是这样听。那他怎么不去听？对，实况组去讲呢，或者听艺文的 podcast？ 他的想法是什么？这我自己蛮想了解的啦。好，换你们上场了，回答。有人说他不想看到活人，我懂，我超级懂。我不懂可以跟我分享吗？就不想看到活的人在画面上动啊？什么意思？就是他虽然不开，可是例如说他看他的社群或什么，有时候看到他的人体啊，他不想看啊。哦，真的哦。有的确，我完全可以理解。哦，对，因为很多观众也这样子讲哦，真的哦，好，对我来讲是蛮新的一个感觉。人类为什么要出现？然后可以懂了。上班已经看够多人了。对啊，而且 VTuber 有他独特的那个嘛，就是大家有一个些自己的故事，然后他在那过程中，他就很像是在跟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在交流的感觉。哦，对，了解，那我觉得。Podcast 跟直播的差别是频率，那个讲话的频率，就是 Podcast 是会一直讲，直播比较有对话感，但是这个是两边都有拥护者，因为我自己是做 Podcast 的嘛，然后我在 Podcast 那边收听跟这边收看，其实是又要开始抱怨，其实一看就知道 Podcast 的人有一些都没有过来听啊，然后、就是我后来有。就是看到有一些人的意见是说他喜欢 podcast 的那种我在跟他讲话的感觉，来直播中间就是会一直打断跟人家打招呼啊，或者是有什么话题我就会跟他稍微聊一下，他不喜欢。对对，哦，差在这里。
对，群聊感跟一对一。好，你说，那仔仔，你有想过，就是你要做一个类似像是节目型，就剪接好的，例如说15分钟、20分钟一个剪接好的东西，不是直播的影片，你有曾经想过吗？有啊，可是那个超级累耶。那我也没有钱可以让人家帮我做，自己做，我完全不是这个领域的啊。就是学习成本对我来说很高。我这个直播的重点就是我不要花太多时间，也不是，就是我花的时间是合宜的。如果我要为了学那个，然后我花超级多时间在这边，这个直播我就不觉得不快乐了。哦，了解，对，真的很像公主，对不起。不会不会、欸，可是我觉得刚刚我们讨论的，我觉得主播快乐很重要啊。对啊，真的真的。所以我现在我的心愿也是希望玲玲快乐，好不好？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大魔王了，玲玲快乐最重要，不要在那边救玲玲了。完了，我一直想要澄清。澄清自己的那个，然后我也要澄清，玲玲很快乐，玲玲没有不快乐。玲玲很快乐，在他说不定就其实超不快乐，但你等一下回去就说，他们问你，你要说快乐哦，不然那个数据到时候又有那个。玲玲很快乐，你看玲玲每天分享她怎么喝咖啡啊，她很快乐。她是被你逼的、啊，你说大家好喜欢看喝咖啡，你赶快去喝咖啡分享给大家。你赶快给我分享你的生活，你已经2天没 po 文了。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好难过，她很快乐，她很快乐。完了啦，我就越描越黑，完蛋了啦。其实也没有关系啊，她不快乐也没关系啊。她没有，很重要。不行，她很快乐，她很快乐。好可怕，好可怕！我觉得以后就会有人冲进我们聊天室里面说：“玲玲，你还好吗？还好吗？如果不快乐，请眨眨眼。”对啊，太可怕了、就是，太可怕了！以后我要封锁我们聊天室。大家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没有，没有，不是，玲玲很快乐，玲玲很快乐。好，我要念第二个意见喽。好好，有观众说，如果是游戏的话，如果类型是完全没兴趣的，会很难认真跟台，无法跟主播有同乐的感觉。啊，这个我觉得跟某些主题很像，就是你选那个主题他真的不熟、他真的不知道，他可能就不见得会想要做游戏更难的是因为它很长，然后还有连续性。对，而且我觉得游戏台，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跟玲玲讨论说做游戏台这件事，就我不是排斥做游戏，但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我们要先讨论的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游戏，效益已经那么，对，已经这么多人玩帕鲁了、我在玩帕鲁，我是有比别人厉害还是我有比别人好笑？对。对，然后我觉得玩游戏有时候会，我说如果主播没有那么熟悉游戏直播的话，他会很认真，会忘记讲话。啊，大家后面也有人讲类似的意见，他就不太像是大家在看直播追求的那个感觉。对，就是你会开始减少，但是确实嘛，因为游戏你要很认真，例如说你打 low， 你要放技能，你要干嘛？就是你会忙着做你的操作，因为如果你还在那边跟主播跟观众安安，你可能就死了。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要拿捏，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厉害的游戏实况主是很厉害的，就是他知道他现在这场直播不只是玩游戏，而是要直播，你还是要做给观众看，是一个表演，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抓好，你就会变成是像现在这样。如果这个观众对于这个类型没有兴趣，他就不想跟。对，没错。啊、所以你就要设计啦，就是像我觉得我自己也有游戏，虽然我没有在玩，但我有游戏节目，那游戏节目也是设计过的。对对，就是你是会设计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我打游戏超烂啊，然后我就找一个超级会打游戏的人来，但是他不能拿操控器，他要看我打。哦，对，所以观众其实是在看他的痛苦，不是看游戏本身的。哦，可能就是你的设计啊，那就是你这个直播的看点。对。而且很难复制，因为要像我打这么烂也不容易嘛，所以就是还不错，我觉得那个节目还不错。对，所以我觉得游戏实况是看似简单，但是如果你没有认真想过，其实你的观众会蛮容易就流失的。对对，但是很多人真的一开始就会觉得说他想要打游戏，然后让大家看。然后等到真的开始执行，就会发现跟想象的不一样，需要注意的事情很多啦。对啊。之前你有看过有一些做法是，例如说他打游戏，可是他可能为了制造一些效果，他可能设计一些条件嘛。例如说他可能要挑战比较难的模式，例如说他要吃到所有的药水。对对对对对。或者说他某一个钮他不能按，某个技能他不能放。对，或者是说怎么样的时候要做一些小惩罚或小互动，或是观众用转盘，就是这样才会让观众觉得好像有点有趣。我觉得思考的点是为什么他要跟你一起打游戏？没错，有点是这种感觉。对，我觉得是。
好，再来第三个，他是喜欢陪伴类的，因为他觉得如果碰到失眠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应急哦，可能想要听一个声音然后休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喜欢嗜好品类，就是他觉得可以补足主播的立体感，这我觉得跟个人魅力很关系耶，他要对你这个人喜欢或是有兴趣，他才会在意你喜欢什么。哦，对对，对不对？没错没错。然后喜欢冷知识，是觉得可以看到主播对哪个方面感兴趣，所以这个人其实是很喜欢他，就是觉得个人魅力很好的主播，因为这些都有点是跟着主播本身，所以他才想要听。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专情的人，可能吧，可能是很多，对很多人专情的人，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他觉得歌杂，就是唱歌的杂谈普通，是因为跟观众互动的几率降低了，因为他中间可能在唱歌。然后觉得游戏普通，是因为可能跟他有兴趣的类型取向不同，就跟刚刚前一则一样，会停下来看就不至于不喜欢，如果不喜欢就直接不会看。哦，真的蛮专情的。对啊，对对啊，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专情的那种类型。他分析的蛮好的耶，这就是我自己，对，就是刚刚说 除了那个版权之外，你要拿回去给玲玲看了吗？要要复制，已复制，你要贴到群组里面来 tag 玲玲来看一下这个。好可怕哦，我觉得我今天的形象好像变成一个好像很严格很魔鬼的人。不是不是的不是的。好，我们团队很开心很快乐，每个人都很快乐，就大家合照的时候都在笑啦。对对对对，什么叫合照的时候都在 笑？那不照相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是在笑还是在笑。好可怕。所以平常也规定要笑吗？没有照相也要笑？平常会希望他的情绪是嗨的。要检查出玲玲，你现在是有点不嗨啊，不行吧？对对对，会会，但是哎、欸，但是你要认真讲，确实会耶。我就会在群组里面 tag 玲玲说，我觉得好像昨天好像有点太沉闷了，我们情绪上还是需要让大家觉得我们很开心。好恐怖哦！不要这样子嘛！哎、欸，不是我是站在观众的立场，因为我只是想说，如果听起来好像比较沉，算了，我不要再解释了。没有，因为直播就是要快乐嘛，开心，那就是我们希望看起来开心一点。所以你们在开台之前，要像那个百货开台之前开店之前要做体操，是不是？哦，不会，但是我们之前哦，最近因为大家比较忙，比较没有了。之前我们大家其实是会一起吃晚餐。对，然后就是借由吃晚餐，我们聊，等于说有个暖身吗？你们本来是朋友吗？我们是，他是我的，哦哦，那还好，对对对对对，他是我本来的朋友，没有错。然后我们就是会大家说凯文跟玲玲，我们会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会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让今天就是先有个开心的情绪这样子。可是应该说，我觉得不是刻意为之啦。欸，那个绿是你自己打的，是不是？啊，什么东西？你刚自己在聊天室打的，是不是？哦，不是不是，晚餐好吃。哦，不是，是绿凯文现在在听。对，我说你是不是假装成别人在聊天室打字？营造一个就是，等他就会出来很多颜色的说，我们真的都好开心。不是啦，不是不是的，不是的，绿凯文在线上，你自己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团队？OK 了，我好害怕。你说完，你说完。对，所以呢，欸，有人说跟同事吃饭我才不要，哎，欸，哎，欸，可是不是不是，我觉得他们是朋友，他刚至少他觉得他们是朋友，我们其实本来就是朋友，然后我们团队的感觉其实真的很像是大家都是朋友啦，因为我觉得开心的一起，因为有时候你知道那些发想跟灵光一现，其实都是从聊天打闹吐槽蹦出来的灵感，有时候其实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觉得维持团队气氛的轻松跟和乐，我觉得是我自己也。给我自己很大的目标啦，就是，所以我刚刚才说，为什么我觉得玲玲开心很重要，是我不希望这个团队，我们真的因为太被数据给绑架，或是太顾虑某一些东西，而让主播对觉得绑手绑脚，然后不快乐。那我觉得这样子，这件事情真的就会很像工作。那一旦它变成了一个真的是好像是 routine 要完成的工作，我觉得你的观众是会听出来你没有 enjoy 在其中，你其实并不是分享你在分享的事情。OK， 对了，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怎么会今天这集怎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就是 OK 啊，我觉得不错啊。我觉得你是说的没错，又是开心啦。完蛋了，完蛋！我觉得我要再
我们礼拜天的重大告知再跟大家澄清，大家很开心。用重大告知的时间还在讲这件事，对，有的时候说我们真的都很开心哦，真的都很快乐。今天我们这个重大告知的决定也是在大家开心跟快乐的决定下面做出来的共同决定。完蛋，哇，完蛋！我觉得这样大家对于礼拜天的重大告知会不会有联想啊？哇！哇，我现在有点担心哎、欸，就是你们那个到时候叫那个人，就是讲说哦，我是真的很开心。对对对，是真的开心做出来的决定。赶快先贴社群啊！好好好，我就你提醒了我，我觉得要先贴一下这是大家。赶快先分享一下生活，说他其实是很开心的。对对对，这是个快乐的决定。天哪！好恐怖，好恐怖哦！完蛋了，这集不应该在重大告知之前，我应该把这个时间拖到这个之后。应该跟你讲说四月再找我。哇，好，没关系，应该没事了。好，没事，没事，没事。好好好好，那我要讲，我讲下一个吗？等一下，等一下，我刚刚好像又想讲一件事，但我现在忘了。好，哦，没有没有，对你讲下一个。好，第四个是比较少玩游戏，所以对游戏不感兴趣，喜欢听别人阐述自己的观点，大部分都是当背景在听，比较不会看画面，电脑会开着画图啊。会不会这是因为自我在这是在我这啊？我这边挂着听的人真的很多、欸、哦，嗯，所以你这边的观众其实是不是就像刚刚你讲的，跟 podcast 的观众是有重叠的啊？有重叠，但没有完全重叠。哦，对，他可能是想要听比较活的 podcast 的人，就是他想要还是有一点点互动，但他也不想要说一直都是在跟聊天室聊天。哦，了解了解了解，对。哦，对、啊，我们聊天室还有挂听贴图，就他进来打招呼就说他是要挂听，他就会消失了、哦欸。真的耶，有挂听贴图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好。我看哦，再来下一个是比较喜欢主题企划的原因是，它不是属于需要陪伴的观众，更喜欢看有兴趣的主题，不同人的看法，喜欢听完整的表述，并跟自己的想法碰撞，产生新的刺激和思考。啊，他是喜欢主题的人。对，他就是想要从直播里面获得一些东西的人啊。就是你真的有讲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分享自己的观点，然后他想要听你的观点是什么。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主播自己、至少我啦，我自己看完这家直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直播跟 podcast 的不同、podcast 就是我准备好个东西，我就是单纯跟你们分享，我也不管你喜不喜欢想不想听、但是我觉得直播有一个对我自己收获很大，是我可以从观众的回应里面知道、原来你们觉得这个很好笑、对、原来你们对这个东西会就是这样讲，会产生新的刺激跟思考。对，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或者是你跟观众有时候知道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在现场，他马上就会跟你说。好，我问你，凯文，你听到高达，你会想到什么？我听到高达，我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就是钢弹呐、好，谢谢，没事了。是。没有没有，是吗？是这个是要这样的答案吗？我昨天在讲坂本龙一啊，然后坂本龙一喜欢的那个法国导演是高达，然后我就说 他很喜欢高达怎么样讲，然后观众说他喜欢钢弹哦。哦，哎、是很有趣，像这样我就觉得是直播有趣的时刻。对, 对, 对，可是你不能问男生这个哎、欸，为什么？因为男生对于钢弹应该比较熟悉啦，好像是没有性别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对啊。我觉得男生你会回答钢弹呢，可我也是男 V 耶、欸，你怎么这样？你不是男 V， 不要再闹啦。对啊，我是先想到钢弹，没错。好，没关系啦，我只是问问而已。好，就是好像所有人都这样，就是还好，没关系。好，我刚想说，是我这个答案是因为我刚刚是很直觉想说，这么简单的回答吗？是正确的吗？可是其实如果你问我，我也会觉得这么简单的回答嘛，然后我就会说是一个导演啊。哦，对，所以就是像这种你在 podcast 就不会有这个状况，可是你在直播你就会马上有一个及时的反应嘛。没错没错，对，我觉得这就是好玩的。或是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大家我讲出来我觉得这理所当然，然后他们就觉得超惊讶，那这个地方就可以再多聊一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东西，因为而且我觉得对我们频道来讲，有些东西也有可能会发展成下一次的企划或下一次的主题、对因为大家好像蛮喜欢、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
对，就这很像是 open mic， 就是你这样播，然后大观众的反应每一区不一样嘛。那你在这区看到他们反应比较多，或许下一次可以把这边抽出来再做一个什么？对对 对、嗯，是的，是的，是的。有人降落，谁降落？你们看一下。麻油腰子啊，谢谢谢谢马玉的降落，看台辛苦了。好，跟马玉的观众打声招呼，我们今天是在联动，就是我跟公视的凯文布鲁一起联动。Yes, yes. 然后我们在聊那个节目规划的背后的想法，有兴趣可以一起留下来听。谢谢。我们在当检讨大王，只有你，只有我，只有你吧。检讨大王太恐怖了吧！检讨大王，好可怕哦。好，检讨大王下一个。好，这样当然下一个是比较喜欢主题企划的原因啊，不没有没有，主播口条很重要，能不能把一件事讲的逻辑清晰和掌握节奏？简单就是不要太干，有时候内容本身可能无法太有趣，但是如果能以主播个人魅力辅助，就还看得下去。我觉得个人魅力在直播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兴趣？对对，这是我来直播之后发现对我来说很奇妙的一件事。对，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很多人都在摸索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魅力的人，但是你怎么能够，可是你能不能够把你的魅力在直播上呈现是两码子事哦。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有些人魅力他可能，例如说他跟这其实跟私下一样，在熟人面前有人会是一个样子嘛，在陌生人面前会是一个样子。那我觉得对于很多主播来讲，这些观众一开始都是陌生人，那你怎么能够立刻在陌生人面前展现你的魅力，然后吸引他们下来认识你？我觉得这一开始那一关，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哇，这是地震吗？哎，是哎，好大哦，大地震。你们如果就是旁边有东西会掉下来，要注意一下哦，大家。欸，有点好晃哦，很晃很晃，有这是东西有可能会掉下来的，要注意。是是是是，对，是是是。好，你们外面有人冲进来是不是？欸，你听得到是不是？对，我听得到。哎，有有，对，地震。有同事冲过来跟我说地震，他可能怕我被砸死啊。对，你要注意啊，你旁边是 OK 的吗？可以的，可以的，还行还行，小规模晃动，还可以，还可以。OK， 好。哇，你看，凯文大魔王已经引发地震了。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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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帮助频道，帮助主播们，赶快叫玲玲去躲起来。玲玲今天没有直播。好可怕，好可怕。好，如果有你那边是有感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安全，大家。好，对，我们刚才讲个人魅力啊，凯文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有魅力，可是不见得你是有那么容易表现出来的嘛。重点是你要怎么样，就是在面对观众的时候，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地方很好或很有趣。对，没错，我觉得就是跟我刚刚讲，就直播很像 open mic， 你要去想说他们会喜欢什么。这个是一个，然后有的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你自己的特质，你自己的特质很难改变，说真的，就是这个就有点是看说这个特质是不是有观众缘的特质，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看人咯。对，而且我觉得我觉得直播真的，我觉得观众其实想要看到的是主播很自然很真实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不用去学，个人魅力是学不来的，应该是说他不是要学，他应该是要把你自己原本有的东西发挥。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个故事，虽然我觉得分享完之后我的形象又要大扣分。你逼玲玲做了什么？不是不是不是，有一次因为我很常跟玲玲交流，就是关于频道的事情，还有对于就是我们自己的主播的看法想法，然后对对对。然后呢，他就会跟我就是那个时候是金币联动那一阵子嘛，因为那阵子也是凯文在社群上讨论度很高的一阵子，那时候很多梗。然后玲玲有一次，他就心情很不好，就跟我讲说，他就说凯文，我想要问你哦，就是怎么样可以跟你一样那么大家觉得你很好笑？我就说你不用学我好笑啊，你的特质又不是好笑。他就说还是说下次我直播的时候有男币来我也去贴。我就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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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好可怜，他被逼到这个程度。不是啦，你不要跟我加好贴纸。不是不是，我只是想，我想要分享的故事，只是说
这种东西不是靠模仿去展示，对对对，因为凯文去贴男 V 的效果跟玲玲去贴男 V 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它不是一个结果论，不是说哦，好像是去贴在别人身上就可以造成某一个梗，然后观众觉得好笑，它还是跟你本身的特质，跟你本身互动的感觉，有没有产生火花？才是重点，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不是你要走的路线。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因为我跟他本来就是朋友嘛，我认识他很久了，我就会跟他分享说，我觉得他的个人特色是什么？要赶快分享喝咖啡的事。不是，然后他的优点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像我们上周还上上周，玲玲就推出了一个新的企划，叫做深夜电台。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感性的单元，是分享他。分享他自己个人遇到的比较感动的事情，还有他想要感谢的人，类似像这样，蛮适合，对，对对对。然后那一集其实引起了蛮多的讨论跟观众的回馈，然后也有观众说他听那集听到觉得很感动，很想哭什么之类的。我就跟玲玲说，这就是你可以散发出来的特质，跟你可以感动别人的地方。很棒欸，对对对，我想要讲这个不是说玲玲被我逼到什么地步，而是说我觉得当初也会有迷惘，就觉得说对啊，对，你这样做很好笑，有效果，那我是不是要跟你一样？但是我觉得魅力这件事情存在每个人身上是完全不同的效果。玲玲有我做不来的事情，那也是我无法学习的。我觉得我要让她了解的是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只对玲玲啦，就是未来如果我们家有其他的 V， 我觉得我也会想跟她说。我觉得不是要去互相模仿，而是说要去真的知道自己的特色是什么，观众喜欢你的是什么，这件事情是找寻魅力很大的一个重点啦，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是直播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们讲一样的东西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修正，就是你在那个时候是由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对啊，没错没错，那就是真实的你。然后因为直播它也不像是演员演戏有脚本，对不对？它都是即兴发挥，对，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应该这样讲，这个人设你要装其实很累，因为直播时间很久，直播次数很多。假设说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笑的人，你要硬要让自己去当小丑，你这样没有必要，对，而且也没有必要，那也不像你。那反而是你要让你自己呈现，就像刚刚其实仔仔讲的，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是你要用最小的时间、最轻松的方式去做这些直播，你才有办法去展现你自己最大的魅力。这其实很重要，放松其实是最重要的。对，真的。对对对，不能这样子内耗啦。对，就是我想跟玲玲分享的是。哦，对，这是一种内耗，没错。对对 对, 對，你就跟玲玲说，你看，像如果我念那个感性的，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好笑，这样也不行啊，所以就是不一样嘛。对，就每个人都，而且我真的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魅力，那只是你自己知不知道，然后你怎么展现给观众看，你选对了主题吗？你选对说话的方式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慢慢的摸索出来的啦。对，對對對，没错。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是说他在看 VTuber 之前主要是看游戏实况啊，这就是看真人实况组的。但他其实不是喜欢看游戏本身，他是喜欢听实况组分享对游戏的机制看法或游戏历史，所以他看的也很少哦。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很特定的类型啦。哦，对，是对，不全然是陪伴感或者是玩游戏。对，可是他这个很后设欸，就是说他反而是想要看这个游戏的一些运行后面的东西，或是更宏观的这个游戏存在的脉络，或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出这种感觉吗？就是像我之前有跟一个 VTuber 叫柴豆古灵合作，他是一只可爱的狗狗，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就是你跟他联动，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游戏的人，所以你在跟他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他会就是讲说啊，这个游戏他以前是从怎么样怎么样来，然后或者是他在这边有做过什么样的调整，我觉得 那种真的是很好听哦。对，是虽然我是找他来看我玩游戏把他气死了，但我觉得他很棒。对对，就是应该是那种感觉。好，好，换下一个吗？好，下一个是选项中有一个陪伴型杂谈 ASMR 互动企划，个人觉得把杂谈互动跟 ASMR 放一起有点奇怪，
毕竟两者对我来说某种亲密度差异蛮大的、嗯、要说的是我算是喜欢杂谈互动 ASMR 就还好，要说的更仔细的话，如果会看 ASMR 我也不会看直播直播档、哦、这个就是我自己分主题的那个原因了，因为如果我把它单独分出来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讲，因为我没有做嘛，然后我甚至也没有研究，所以对我来说我当初定义的想法是说，其实我是把它分成就是有特定在讲某件事跟没有特定在讲某件事、哦、然后是是是，然后那个没有特定在讲某件事，它是要让你轻松觉得好笑呢，还是它是一个让你有声音可以听，或者是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想要有人陪的时候可以用。 对，就是这是我的分法。 对，好，我看游戏或多人综艺联动因为不方便挂听所以较少看。哦，因为没有办法互动对不对？如果没有办法互动就会希望是挂听，而且我之前开联动有人说过、哦、如果同时很多人讲话、啊、他没有专心他听不懂，他要停在那个画面他才听得懂、哦、所以他后来他就不听了。哦，哎、欸，这个我可以了解，因为太多人讲话，你如果不看画面，对，你会不知道那个讲话的脉络吗？对，或者是就是例如说两个人声音很像，可是你看画面你就会知道说现在是轮谁啊？是，对，那个我觉得有差。欸、可是我必须说、嗯，我觉得 VTuber 有时候在联动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太清楚是谁在讲话。我会配耶、欸、我如果找人联动我会配他们的声音、欸、就是我会找声音有差的人。哦，你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嗯、对，因为 我自己会觉得很吵，如果同样的声音、嗯、对啊，对，有时候会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的模型，你看像现在凯文嘴巴动就很小，除非我哇哇哇、嗯、这样子，有没有？不然其实嘴巴不然其实嘴巴动得很小，你可能会不知道我在讲话。嗯嗯嗯嗯，除非我配合，除非我讲话的时候边讲话边动，但谁会这样？谁、哦、会这样？因为我是用 podcast 的方式去思考的。嗯，所以我会想说，他听声音就是要知道说现在是谁在讲话、哦差异。对，是，嗯。那你觉得我的声音算有识别度吗？你的声音吗？我想一下哦。嗯。没有，其实所谓识别度是要看跟谁放在一起，可是你跟我目前会用的人来说比、哦、应该算是蛮有识别度的。哦，我是觉得我在男生的声音里面应该算是有识别度的、嗯、以男生来说。哼哼哼，对，我的声音应该算蛮好认的。我觉得男生都比较好认、欸、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是女孩子比较听比较多男生、哦、就是女生比较喜欢听男 V 嘛，就还是怎么样、嗯、就是女生的声音比较容易混在一起，我觉得是频率会吗、之类的，高低频率吗？可能因为 女孩子她们就是有一种姑娘嘈杂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全部都一样。姑娘嘈杂，你知道吗？就那种，全部都一样。但男生好像不会有这个时候。可是我以为频率高的声音比较容易出现呢、欸。我觉得那样也很吵。哦，那也很吵。男生声音比较安定的感觉，是不是可能吧？就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讲出一个专业的评比，但是我的思考是这样子啊、是，了解。好，我的比较，我看一下哦。好，下一个是换我念，对不对？对。好，喜欢时事讨论跟主题杂谈，会想知道其他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啊，跟前面刚刚那个朋友一样，对他来说，觉得内容、声音、长相都很重要。OK， 他说我很符合你的喜好，真的假的？哦。另外也有看绘图跟钢琴台、嗯，也就是因为声音、内容、长相都喜欢才跟台。嗯。哦，这就是很直接的，很直接的。嗯、对。然后这个很短，我把它念掉。好。他不习惯 ASMR。哦。很多有时候会耶，因为他可能像我就不喜欢，又不喜欢有东西在我耳朵里。哦，对，很近的贴很近的感觉。我之前 有在玩那个恋语制作人啊，然后他们就有出 ASMR、嗯、然后你有在玩恋语制作人？以前有一段时间。你为什么要这么惊讶？哦，我超喜欢乙女游戏的、哦、真的假的？对啊，我还有玩安杰丽可女王，就我会玩乙女游戏啊，我喜欢帅哥啊。 哦，因为我以为你会觉得这种游戏很蠢。怎么会呢？怎么会呢？这也是蛮需要那个电影制作人没有啦，但乙女游戏是蛮需要策略的吧？哦，是没错啦，是。对啊，那不就是多约几次他们就会约出去的那一种吗？这需要策略吗？或者是像你的年代是有纯爱手札的吗？还有那个什么青色宝贝，你时间表排得很好哎、欸，他们约会都撞到哎、欸。是有玩过以前有一款游戏叫《明星志愿》
明星志愿算恋爱吗？他算是成为明星，然后也有恋爱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他有一个是他小时候喜欢的人，就是假设大家会想要跟他在一起这样。会。我觉得会耶，而且你就是这样子，就是去一直去找他或什么，然后最后看到他的剧情，就觉得有一种征服的感觉。了解。对，真的，我还以为原来你喜欢玩这种游戏，也没有喜欢，但我会玩。会玩 OK， 恋影制作人好，拍起来打断你。你刚刚说恋影制作人的声音啊，然后他有出 ASM 啊，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好喜欢，然后我就有试听，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他为什么在我耳朵里？你不喜欢那种哄睡啊？好恶心哦！真的哦，没有他就是用那个什么软软的声音讲话，就也不像他平常，然后还把东西伸到我耳朵里，我没有办法哦。对，我觉得有些人不太习惯贴那么近了。而且我就想 ASMR，我觉得呼应前面有一个观众讲的，我觉得 ASMR 不用看直播可是有的 ASMR 你跟他讲话他会回你，是吧？我不知道，但 我印象中有的他看介绍感觉好像是会，会。对，因为我觉得 ASMR 就是我某些需求的时候我会要听不是我的需求，不是什么那种需求，也没关系啊，其实。怎么了？对啦，没有但我本来想要诉说的只是，例如说，我现在可能觉得我有点寂寞，或者我现在觉得我心情有点 down，类似这种心情上的需要的 ASMR，或是头痒痒的，想要它有那个声音在里面抓。对，那我就会去点开相关的影片来看，来听。我自己是这样子，所以好像就不需要特别的直播。对，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我看 ASMR， 我好像不会特别点直播来看，我会看对之前的对助眠对这种的，对我很讨厌，就是我也不是讨厌，就是潮湿的声音，如果它是很刻意的，我就会觉得很恶心很恶心，对好，那我念下一个哦，好。新闻社群议题，在能量够或者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时候才会想看，内心不够健康的时候讨论的话容易内耗，价值观冲突。兴趣爱好，除非本来就排斥，会想知道喜欢的原因和特别之处，有余力的话就会去接触。领域新知，没听过的职业会有点兴趣或想知道在做什么的。好奇，他的点是好奇，好奇，听一些新的东西，对，但是新闻的确，我觉得新闻有一个特点是，你对这些他会被跳出来讲，至少我这边是会被跳出来讲，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看法嘛，但是不见得每个人的看法都一样，所以你要去评估说你今天能不能接受不一样看法的人，因为不只是主播，很有可能聊天室里面有的人回应他跟你的看法是差超级多，对。所以如果你是就是现在状况比较不好，心情比较不好，然后就是你在这个状况下你可能就会觉得很烦，的确是会，我自己也会，我如果觉得我状况比较不好的话，我是不会看新闻的，我也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沟通啦，我不想跟你沟通，对，而且我觉得新闻我觉得新闻很多时候也都是比较怎么讲，好像会有些负面情绪有时候是，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如果今天工作很累或干嘛的时候，我也确实是完全不想开新闻的。对，这个就是就一个很不错的考量点吧。其他就是好奇。对，你知道我最近很久没有看新闻了，然后是我前几天，反正我好像你可以不用看新闻哦。某类的新闻我可以不用注意，对。然后像我前几天我就好像在家里吃什么东西，然后我妈就说：“凯文，你怎么还在吃辣的东西？”我说：“怎么了，妈？”现在不能，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想说怎么了？我怎么不能吃辣？她说：“现在都不能吃辣了，你知道吗？”我说：“怎样？”然后我就赶快去 Google， 她说：“最近有那个什么的，叫什么名字啊？丹什么的？苏丹红哦，苏丹红。你就跟你妈说，那你辣椒怎么不自己做？”但我说我现在都不加辣了，我现在都不加辣了。对对对，可是这也是心情不好的新闻，好不好？你看，如果我知道，因为我还蛮喜欢吃辣，如果我知道，我就不能吃辣嘞，心情真不好。OK， 好。对啊，凯文会变成红的。单什么的药师四单，没有这个意思，我不是又要 cue 他出来，一直狂 cue 他出来，他到底是怎样？没有要 cue 他，我是要 cue 我是对辣的新闻，辣的新闻，单什么的，好。再来下一个，好看仔仔的台对我而言是扩充知识，即使是时事话题，在实况的当下看到仔仔跟其他冷冻食品的看法，都是我不会注意的切入点，光是这样我就觉得有趣了，这跟刚刚前面的是相反，他喜欢看人家讲不一样的观点，
对，好，换你。喜欢促进思考的主题，蛮喜欢听军团长探讨深度话题，平常就挺喜欢听 podcast， 还能交流的 podcast， 赞。哦，就是他喜欢，他是喜欢 podcast 的，只是他觉得多了互动，他觉得更好。就他本来就喜欢这种比较是在讨论话题、讨论东西的啦。对对对。欸，不过其实 podcast 也有杂谈型的 podcast 耶。有啊有啊，其实很红耶。其实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對對對，我觉得那种很厉害，可是他的杂谈型其实不是，怎么讲，他其实不是真的想到什么说什么，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对，因为你要聊天要好听，不是说你随便说啊，我们现在就上。没错，没错，那也是要准，那其实也是要准备话题，然后也要有梗在里面了。你的故事也不是俯拾皆是，就是你可能要先想好，双方要有默契。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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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之前就是有在尝试聊天的 podcast， 我就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就我自己之前是不做这种的嘛，但有时候之前有一次有机会尝试，就觉得你要把那个社交开关开很开，因为是人家讲什么，你就是要马上就是你要很想跟他讲话，那个感觉。对对、啊、对， 对，而且他因为我觉得 podcast 还有个，因为它比较像节目的概念，所以它需要控制时间。那我觉得控制时间，它就是会有节奏的问题，所以你会知道，例如说，可能你今天准备两个故事，我准备两个故事，然后我们聊到什么时候就应该要收了。但是直播比较不用这样。真的吗？我超级控制时间的。我们刚进这个观众的念观众的里面的时间是我要的时间。哦，我自己应该说我自己还是会写一个时间的 rundown，可是我会很顺着那个时候的 flow 走。例如说，假设我今天这边很嗨，我可能就会嗨一路嗨到晚，然后后面两个故事就不讲了。哦，对对对，会就是把后面删掉。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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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可是 podcast 我会想要多讲完。你会讲完啊？对对对，然后反正顶多就剪掉或分两集嘛。对对对、我觉得差别在这里。但直播会因为那个 flow 的关系好，那我就不讲了，或是这个讲了一下观众没反应好，那就本来想要讲很多，后来就缩短五分钟内结束。没错，这个对对对，这个是差异，没有错，没错没错。对，好。再来是他喜欢游戏，还有恐怖游戏的类型。他自己有在玩他有兴趣的恐怖游戏，可是玩的时候很害怕，就他会很挣扎，因为觉得很恐怖。但是看实况主玩，反而可以看到别人被吓到的不同反应，然后就觉得很有趣跟快乐。看别人，观看他人的痛苦，看别人被吓，对啊。好，不过就算是喜欢的游戏节目类型，还是要看实况组的风格有没有对到自己口味。有的实况风格是过于暴躁跟粗鲁言论的，就算内容是自己很喜欢看的游戏，还是不会点进去观看。这个真的是蛮影响的。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他不喜欢的是没有特别不喜欢的，比较没兴趣应该是哄睡的直播，主要是个人喜好，因为他要很安静才能入睡，所以如果就算轻声细语，他也是没办法睡着，就他就是要关掉啦，单纯就是很直接的那个。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节目，有没有礼貌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对，我只要看到一次或两次他开没有礼貌玩笑，我就再也不会点进去。对，是，对，就算我不会碰到，但我知道他会这样子。可是这是我自己啦，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也是耶。其实我跟你讲，我自己很不喜欢有在直播里面讲脏话的主播。好，不是，没有，我觉得偶尔对对对，没有，可是这是个人，这是个人，所以没关系。对对对，而且我应该说，我觉得应该说偶尔，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些语助词，这个当然无所谓。可是我现在所谓的脏话，是一连串的祖宗十八代的那一种。我讲的是这种。对对对，这是个人喜好啊。对，我自己是对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对， 我自己是觉得这种太祖宗十八代了，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太多了。对啊。然后我自己看直播啊，因为我是一个很不能分心的，就是我做事情也很专心，所以我基本上没有挂听这件事情。对，就是我如果现在正在忙，我就是直播直接关掉，因为我没办法边听边做事。我也是。然后但是我听的话，我就是会很喜欢跟主播互动的人，所以如果我有去滴别人台，你就会一直讲话，我会一直在留言聊天室聊天，跟主播互动。对，我自己比较没办法挂听，所以我会讲这个是因为我讲听到他说那个哄睡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需要很安静的环境才能做事。对，所以我没有办法挂听。好。再来，我来念好了，你要不要？好啊，好，
好，再来是因为想听主播说话，玩游戏容易鬼吼鬼叫，反而觉得耳朵不舒服。还有就是多人联动游戏不看，因为声音太混乱，留言也会被忽略，互动跟体验都很糟糕。他喜欢可以了解主播喜好的主题或杂谈，这就两个，一个是他想要互动，一个是声音品质是有差的。对对对，嗯。好，再来是比较偏好可以增加知识、聊天互动、特殊企划的主题，会因为听见主播跟自己兴趣差不多而订阅哦。如果互动效果感也不错，也会订阅。毕竟低台两小时会想要看有内容的节目，没有目标跟内容会觉得浪费时间，不如去看电影或动画比较有意义。他觉得玩游戏是比较没有主题内容，当然也有边玩边说攻略或人生道理的主播，但基本上追很多台都是认真玩不说话，或是真的单纯在玩游戏而已。这就是你前面讲的，对对对，嗯、没错，他可能是就是游戏的话要设计啦，对，要不然大家可能没那么喜欢。对，他还是要考虑到观众啦。对。好，再来，他说他喜欢听别人的人生经历，有兴趣知道其他人怎么面对事情，还有他的见解啊。所以也是喜欢听人家讲某个事，这种其实陪伴型也会有，因为陪伴型很多是在聊他生活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对对，边玩边说话会累，就你开直播是来度假的哦，还是对？你这句话可以学回去跟玲玲讲。好，他说是宅宅说的。宅宅说你直播是来度假的、哦？不是，会累啊，当然会累啊。可是你就是要有观众，跟观众互动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做。对啊，因为我都觉得还是某种，它还是某一种表演，表演是演出，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真的。如果我真的要打游戏，我自己好好打游戏，不是很好？对啊，你要开，你就是要还是要有一点跟就是、啊、有观众看，你就是要互动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然后他说，因为是游戏白痴，所以不看游戏型节目，这就是兴趣。然后再来是游戏台，个人觉得如果没有主播魅力或技术力，很难长时间观看，除非只是想挂个声音。哦，对，刚刚讲个人魅力，还有一个是他如果超会打，你想要看他这边怎么过、哦，这是最以前的直播啊，最传统的直播就是这样。对，最开始游戏直播就是直播主很厉害，对，然后有一些电竞选手也会出来开直播，神操作什么之类的，没错没错，对对对。嗯，是不是那种电竞退下来开直播，他们就是要去看他教他说他这边怎么弄、啊？对，或看他很帅，就是很会打这种。统、這個、神就是对不对？对，我觉得是、欸。嗯，统神是很帅的那种吗？统神是很帅的那种吗？我说打游戏，打游戏哦，我不知道，我没看过。我好像也没有看过他打游戏，但是应该是吧？他应该是走厉害路线吧？可是他也蛮好笑的啊。好像是，是好像是蛮有效果，我没看过吧？我只有看过他奇怪的东西。你说那个哎呀呀呀呀呀那个吗？没有，那个我那时候有观众讲，但我也不知道。我是有去看两厅院有一个他的演出，然后他是当一个背着翅膀，然后裸上身弹钢琴的天的神。你说他演什么舞台剧？对啊，就是有一个两厅院有一个情境舞台剧，然后是在中间的那个广场，然后它就是一个里面就是大家在互动的环节会有一直有一个神，那个神是他。统神我怎么会接这个角色？我不懂、欸，我不知道啊，什么意思啊？这是我唯一知道他的那个事情哦。我是端对啊，端火锅，端火锅这个很好笑。他有演过，他那算舞台剧吗？你们去找，那是叫什么？没有神的小镇？不是不是，那是叫什么？我忘记了。他是一个两厅院的合作，跟一个线上 VR 就是你会进到一个世界里，然后里面有个神会一直跟你讲话，然后还有他同时现场有真的场景在跑，然后你那个场景跑到最后结局。就是统神啊，真的哦，对，就啊，神不在小镇，是我竟然没记错吗、哦、对，你可以去搜寻、哦、你可以搜寻到他穿着小天使翅膀的照片，好有趣哦。对，统神有弹钢琴啊，就我上次跟他们说统神弹钢琴，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你看这又是直播的那个，就是想直播给我的心知哎、欸、对啊，因为统神弹钢琴好强哦，好，我等一下立刻来找，还蛮厉害的吧，蛮有趣的、這個、对。好，再来，他说他不太玩游戏，但短片的他会挂，这也是就是不玩游戏其实就不见得会想要挂游戏，对对，他不知道游戏，他对他来说游戏那个本身的魅力不够啦，除非那个主播很有趣。哎、欸欸、可是我这边我就再问、就我们刚前面讲的啊，那 Hololive 都几乎都打游戏，为什么大家还是看、
因为是偶像在打游戏、啊、就是 你看一个人玩游戏，你会想说他怎么玩那么烂或者什么，可是偶像在打游戏就觉得好可爱哦，他平常休闲竟然是在打游戏哦、嗯、偶像打游戏，对了对了，我们还在记得他们是偶像，加上 他们的反应其实应该都蛮棒的吧。嗯，没错、啊、没错，就是因为那是表演，他们是真的非常知道自己在表演的人，是是是，对啊。嗯，好，再来是轻松娱乐很棒，但有知识性主题也不错，看台能学到一些新东西很棒。然后再来有本来就喜欢听不同领域的分享，还可以直接互动发问，觉得很赚哦。就是你即时有什么可能你现在一讲，然后台上的人会根据你讲的话改变他的内容，这件事很棒、嗯。不喜欢政治类是因为聊天室偏激发言会变多，我懂。对对对、嗯、没错，就是其实没有必要，你没有必要在网络上接受这个负能量。对啊，对，看直播就是要开心的，跟李玲一样开心。大家跟李玲一样开心，不要再这样子了。刚刚被骂的有一个是 他在笑，可是两边是凯文的手拉着，不是你把他嘴角往上拉是不是？没有，李玲很开心，很开心。大家可不可以在 hashtag 玲玲很开心好吗？超恐怖的 hashtag 吧，这超恐怖的吧，这超恐怖的。对啊，哎呦，好，然后再来是就是主播的个人魅力强烈的话，就声音外表或谈话的感觉，他不管是什么台他都会看。然后主题的话是有兴趣，不管是不是常追的，如果他讲得很好就会留下来哦。所以主题，你看主题真的不是靠人家喜欢欸。对，主题你要他也会去评估你讲的好不好、啊。对啊，就是人他怎么这个主题怎么讲，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很难、欸，但是这就又跟个人魅力有关系啦。对，真的，嗯。然后他说要留下长期跟台的话，首先内容要感兴趣，再来是声音谈吐价值观相近，如果外形好看更加分。那杂谈可以增进观众对主播的了解。他说我的主题他也觉得很有趣，谢谢。一些能展现才艺的节目啊，就是表演型的也很加分、嗯、像是歌回啊、演奏啊、画画啊、厨艺、手作、啊、好像很多人喜欢看这种的啊。没错没错，你们有想要做这种的吗？对，因为我们之前有也这是我们也是每个月之后也会做，嗯嗯嗯，就是李玲的手作台，我们之前让他去做木雕、啊、你们逼他做木雕。对，怎么了？对，好，听起来更可怜了。我知道，我记得那一台。哪有，他很开心好不好？等一下，李玲做很开心，他还跟我讲说哇手作好有趣哦，以后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做吗？我说、嗯、好啊好啊、嗯、对啊。然后我们还有做那个两个小水母，很可爱。好，做木工新装画面。对啊，做木工新装画面。不是不是，因为而且我觉得手作效果好的原因是因为它会有不同的画面素材啦、嗯。哦，因为你就是一直在等于你在创造一个东西出来。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整个手作的过程，然后因为有找木雕老师来教他嘛，然后木雕老师跟他的互动。嗯、哦，所以他是有老师的、哦。有。那真的还蛮不错的。对。你是不是想说我为什么那么严苛还要找老师？不是，我本来是想说你叫他弄木雕，他就要自己想办法雕一个东西出来、哦、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是让他去上一个木雕课。哦，那很不错，那很不错。对对对 对，等于说我们让他去做各种不同的崭新的体验。对，所以每个月以后都会有这样子的手作台、嗯、让玲玲可以去多学习。那个东西，所以每个月要学不一样的东西吗？对对对对，可是那个手作其实也不是说他其实是当场那一天可以去做起来的。嗯嗯嗯嗯嗯，例如说可能像是陶艺啊，那也是一天或是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做出一个东西。对， 不是说要虐待玲玲，要什么自己去劈木材，不是那种的。其实日本综艺节目有这一种的，他就是叫明星去、嗯、例如说跟那种职人学一个什么东西、哦、对啊，这也是我们蛮想要去继续发展的、嗯、可以试试看。對對對對，因为你们有资源，你可以跟拍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很不错。没错没错，这也是我们不会叫他烧一个花瓶、啊、下个月就是烧一个花瓶。然后大家看到就想说，想到玲玲好可怜，不是好可怜。玲玲很开心，玲玲因为玲玲本身也很喜欢手作，所以这些东西是从她的兴趣去做发展，啊、那还 不是强迫她的。对对对对，好好笑。哎、欸，你看啊，聊天室每个月都要学习的技能，还有下个玲玲很开心。你看他们平常都不讲话，可是学这种梗都学得很快。对啊，全部都记住了子啦。玲玲真的很开心，好不好？好难过。好，再来是他喜欢听分享知识或经验，或者是兴趣跟休闲。哦，这也是喜欢主题的。这我觉得是在我这边的关系，我一直觉得，因为我们喜欢陪伴的人，就是我在事先有看嘛，其实比想象中少。哦，对。
但是主流应该是陪伴才对。对啦，至少就我的了解，要不然我哪会这么难做？如果都喜欢这个，我才不相信。好，他不喜欢太多人联动会很吵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听我们前一集联动节目，就讨论到联动可能要注意的事。好，歌回适合挂听无负担，主题杂谈可以学习与讨论事物，有趣的综艺娱乐很高。游戏直播费时也不适合挂听 ASMR 啊，太煽情，他怕被老婆骂。哦哦，因为 ASMR 有时候会带着一点比较色色挑逗啦，啵啵叫之类的。对对对 对, 對 ，OK， 好。然后再来是喜欢杂谈跟歌回，原因是可以挂听，然后做自己的事。主题杂谈是可以挑自己喜欢的类型跟主播互动。不太看游戏类型是因为游戏主播很难做效果，所以除非那个游戏他有兴趣，不然不会点来看。游戏要看是哪个类型，没有在玩、不了解他也不会看哦。所以其实是同一个方向。对，或者你就要挑一些很有趣或很猎奇的游戏。所以我说游戏的选择也很重要，或是符合你的特色。对对对对对。好，因为平常没在听 V 圈流行的歌，所以歌回是因为主播的个人魅力才留下来听，觉得歌唱技巧很厉害，但是电波没有对到的话也不会听。没错，这就是个人魅力、啊、个人魅力其实超级重要，你有个人魅力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是 Hololive 吧。对啊，就是偶像嘛，偶像做什么大家都看，真的好难。好，这个有讲到别的 VTuber 我就不讲了。OK OK， 好，谢谢你的夸奖。他说夸我比另外一个人那个，但我们不念。好，再来，没有排斥的节目类型，但是会影响自己留言互动的频率。像是主题杂谈会有比较多想法可以分享，但游戏台就是要看它的性质啊。当然，就是我说的，你做主题型，其实大家不见得，不要再怪他了，因为他们可能那不是他的领域。没错，他会听，但是他就是当下没有想要讲话。好，再来是特定组合的联动节目，例如说宅宅跟丹哥的组合。哦，这是我一开始想要做的事，没错。因为联动通常人都会比较少，就是你跟人家联动，通常观众都会比你们原本各自开少。啊，真的吗？真的，就是你如果你觉得多，表示对方的人比你多很多。就是你跟那个人比一定也比较少，你们两个加起来的那个量一定是少的，所以其实你要让大家觉得联动舒服，你要打出一个口碑。对，就是大家知道你们两个联动是可以听的，或者是这个人的联动台是 OK 的，他才会来，不然很多人都是不听联动的。这样子哦，了解了解。所以我之前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你去找别人联动就可以增加你的人，其实我觉得是不一定，要有规划。而且现在主要是喜欢陪伴嘛，就是虽然我们这边看不出来，但是主要是喜欢陪伴，所以如果你跟人家联动没有空跟他互动，那个陪伴感会有差。对啊，是会有差的。好，他说宅宅的台是少数每一台都会跟的，主题也大部分都很有兴趣，真的很佩服宅宅的选题跟对事物的观察。其他喜欢的 V 或实况组的台通常会跟有兴趣的主题杂谈或是剧情向游戏，最后虽然有努力在开台，但主题量也太少，就来贡献观众意见啊。所以这是 VTuber， 我这边其实蛮多 VTuber 的观众的，好像平常讲话的感觉。好，再来下一个是说单纯对听别人唱歌这点兴趣不大，陪伴型只喜欢杂谈，能够了解 V 的生活跟想法啊。对，这就是刚刚陪伴型分出很多种的原因，就是他其实是喜欢听讲话。然后他想要了解别人的人生经历跟别人的生活。对对 对, 对。然后下一位是说重点还是在主播吧，喜欢的 V 不管怎么样他都喜欢，这个就是前面的选说只要他喜欢他全部都会听。对，个人魅力、其实我很羡慕这种。因为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他就是爱你，专情粉丝嘛，就铁粉的概念啦，铁粉的概念。对啊，好难哦。对，好，我看哦，这个也是讲就是内容长相，他就是觉得把声音当作是第一层的感觉，就是他喜欢他的声音他才会进来，然后接下来就是内容，两个都会是他的考量里面。主题类有重喜好就会跟，比较不会有跟台发现内容和生活没有交集的冷感。但也跟主播的风格有关，有些主播听到陌生领域然后让观众很有兴趣很好理解，所以他喜欢可以获得知识的，例如说专业性质的访谈、主题杂谈，不是很在意陪伴感。这次真的是我们这边
欸、那我想问个问题哦、喔嗯。假设今天这个主播的频道，他都是，例如说他本来都是做游戏啊、嗯、歌鬼啊、嗯、陪伴型杂谈、嗯，他突然想说，嗯，我来开一个专业领域知识的，他开始讲了一个很深的内容，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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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他的观众会留着吗？这一集？我觉得会耶，因为我觉得陪伴型是个人魅力，他是喜欢你这个人哦，因为他魅力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觉得主题倒过来不见得会。哦，我懂，嗯，懂对意思，因为他可能是喜欢你谈的主题，但是个人魅力不确定。对对，哦，懂，嗯，这分析有道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陪伴型，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所以应该是说、嗯，到头来最后还是个人魅力其实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你要增加直播个人魅力真的很重要。对，不管是你要增加魅力或什么的，经营个人品牌啦、嗯、这件事。对，因为他你没有个人魅力，这同样你在这世界上一定可以找到跟你一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听你？嗯对，没错、啊，没错，好难啊！好，我看哦，平常追 V 习惯比起收看更偏向收听，口条、音质、声音、表情、断句、音效、节奏跟背景音乐的气氛对他很重要，长相就不一定。但是如果频道视觉有一致的风格，会比较吸引他。那大多数跟台补档是做事的时候想要有一个背景音，顺便听一些有兴趣的主题内容杂谈。那他比较不喜欢那种，也不是不喜欢，就是比较少跟连续盯着画面，然后要有很多注意力才能体验的节目。然后陪伴性节目，这个人觉得说，可能因为他觉得 V 跟观众的关系远一点比较安全，然后再加上他可能就是觉得社群互动这件事情可能会惹来一些他不喜欢的状况、嗯、所以如果节目企划有比较亲密的设计会避免接触，但如果是中性的话他就会参加。哦，不错耶、欸、你的那个 parasocial 的那个距离抓得很好。嗯，好，下面这段应该是不用念吧。我有看到了，谢谢你。谢谢。他就是夸了我们，谢谢。嗯，感谢。对，你的意见很宝贵，不用觉得自己写的不够仔细。大家在写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这样，但其实是不会的。对，大家其实都是蛮，这是都很重要的意见耶。对啊对啊。嗯。因为你们是活人啊。我们平常是很难接触到活人的。哇，你是是真的吗？活人的意见很重要啊。不是，我是针对你刚说你很难接触到活人这件事情哦。就是你，例如说 podcast 的人，他会听归听啊，你的播放数会一直上去，可是他们都不会讲话哎、欸。哦，你说观众的活人、嗯，我以为说你日常生活中很少跟活人接触。你说哦，怎么了？太恐怖了。好，再来是他会喜欢综艺表演、游戏、歌回都喜欢，他喜欢放松，然后他觉得可以就是从中获得快乐，所以只要他喜欢他就会跟玩。哦，我就会跟玩，真的是很用心的观众。嗯嗯，然后他如果是喜欢他也喜欢杂谈时事跟新知，是因为可以挂听哦，所以他是用不同的想法他都喜欢耶、欸、哇，是个好人耶、欸、他两种都喜欢，那他是用不同的用途啦，他娱乐的时候还会去听娱乐，然后需要挂听，他有做什么事的时候还会挂听。嗯，然后他觉得长相跟声音他自己个人不在意，就是就算是那个形象跟声音他觉得有点没有在他的喜好上，他也不太会因为这样不看。他说对于很在意这块的人、哦、请对自己多一些自信。哦，我可以理解，像我也觉得我自己的声音不是好听的类型，就是、啊、你会这样子觉得哦？我会耶，可是我就觉得，因为我声音不是好听的类型，所以我内容多做一点。那大家有的他就是，虽然我声音很难听，但他真的很想听我的内容，他就会来。这样算是有自信还是没自信？哦、这样算蛮有自信的，表示说你对你自己准备的内容，跟你对于你自己思考题目的方式，你是有自信的。哦，嗯，对，我觉得都会想，可是就是你，嗯，怎么样？就像人家会那个监督你，但你不见得要听啊。對，不见得要悔改，不见得悔改。对，对，所以是可以有想法的。好，再来啊、哦，快结束了、欸。我本来想说我们会回到好，也差不多了。好，再来，他说他其实没有很喜欢单纯没有题目的聊天跟打游戏，因为很吃主播的聊天能力，还要看有没有办法应对刚来的新观众。碰到很多就是只跟熟的观众聊天，然后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哦，我非常在意这件事，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是。营造出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你进去一个团契或社团，然后你进去，然后所有人讲的话你都不知道他在干嘛，你就不会留下来啊。对，有点是这种感觉。嗯，是的，是的。所以我
我每次不知道要不要分享，因为你知道我都想说经营，因为我想要谈论经营，啊，我们经营频道的经验，但是就会变得又要变得#零零快逃，就是一个梗啦，大家应该不是认真的吗？好，就是说应该是说啦，我觉得今天讲很多东西都是因为零零本来就不是有直播经验的，那其实我本来也不是，那我们都是用营运的方式去思考怎么样会对这个频道很有帮助，那我们其实以前都会检讨是说就是有没有记观众这件事情。记观众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会不会记得这个观众，对，因为有些观众会在聊天室跟你互动嘛，那就是会有所谓会有所谓的熟客跟新客这两种观众嘛。那我自己认为说，我觉得培养频道的忠实观众跟就是跟你很有连接的粉丝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像我自己，我都会去记这些观众，不管是他们有跟你讲过的话。或者说有跟你互动过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当他们再来，你记得他们，然后你用他们熟悉的语气跟他们之前跟你互动过的梗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格外觉得有亲切感，直播的那个特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也都会提醒玲玲留意，是说我们要记得那些常常来支持我们的观众，常常跟我们互动的观众。对啊对啊，其实很自然就会记住了啦，他们平常讲话有点像是你一直跟你同事讲话，你最后就算讨厌他你也是记得他的名字啊。对，但是应该是说我觉得玲玲刚开始，因为玲玲是一个做事情也是非常专心的人，他对于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很专心，所以他有时候就会聊天很认真的在聊天，很认真在分享，他会忘记看聊天室。这就是要习惯直播这件事。对，没错，所以我还是回到习惯直播。你习惯看聊天室，你要记得，你不是只看他后面讲什么，你要看前面那个人是谁，他是要一起被看的。这是倾听跟对话的艺术。对对对对对，那就是要把观众，就是所以因为对我来讲，我自己就会去记观众了。那玲玲刚开始不太习惯，那我会提醒他说：“这个观众怎样怎样怎样。”对，会提醒他记得。我认为这是直播一个就是特点，我一开始来我也是很不习惯，但我后来觉得这是在直播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如果不注意聊天室，那我直播干嘛？我就录音就好了。对啊，对啊，然后像我自己有时候我因为像我现在开凯文的身份去互动，你们会可能有些人会给我扳手嘛，你们会看到我，那你们会跟我聊天，然后但有时候我会开我自己的小帐去当一个一般观众的感觉，我想要知道这个主播在对于新的观众的互动的感觉怎么样。那我就会发现说我自己也会有这个感觉，如果我在这一个聊天室里面，我可能讲话或聊天，我觉得他没有回应我的时候，我好像就觉得想离开啊。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对，我不是说我一定要他跟我聊天，但只是我会觉得他好像没有想要跟，就是你刚刚讲的，我进到一个新环境，他好像没有想要帮助我融入，对，他好像没有想要把我的意见分享。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想要推一个 VTuber， 就是回答。我觉得回答是一个跟观众互动非常，他非常注意这件事，他是只要有观众进来打招呼，他即便他现在一直在讲话哦，他都会插一个打招呼。然后继续讲，他不会忘记。然后因为回答的同届非常高嘛，他聊天室其实刷超快，可是他都不会忘记跟每一个进来的人打招呼，这是我觉得他自己最厉害，然后也是观众最爱他的地方。那就是一个直播的亲切感。对，没有错，没有错，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然后这个人说他是因为工作听，所以没有目的的主题跟打游戏不适合挂听，因为挂听有的时候你就是你知道他家在讲什么，你漏掉一点你还是跟得上啊。对。然后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那种小圈圈的台也是，我觉得小圈圈是非常危险的。你可能会觉得你现在要巩固你前面的某些观众，所以你跟他们有一个圈，但是你会阻碍更多。有的观众会觉得说主播应该就是老观众要对他特别好，的确是会，因为你们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可是如果你就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其实是会阻挠，就是会让他没有办法认识更多新的朋友。没错，没错，对，这个很难，对，这个要拿捏啦。唱歌也不是很适合上班听，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是喜欢听电台的感觉，所以他觉得唱歌不适合。好，我觉得这真的是在我们这边下一个也是一样，他说他不太喜欢陪伴型的经营方式，他会觉得这很刻意。然后会觉得有点尴尬，然后或者是可能你就是要花时间去哄聊天室，他就觉得这样子不太好，因为有的他们是一个那种就是
有一点是撒娇或是什么那种感觉吧，我猜有点是类似这种感觉。 对有的人不习惯。嗯，除此之外他的节目接受度都很高，尤其是听到主播聊自己很有兴趣或有自信的题目都很感兴趣。好，然后最后一段谢谢你的夸奖我就不念了。今天很多夸夸，很多夸夸。对，他们都会在里面夹杂那个夸夸。嗯，好，这个是就是观众的心得跟那个 VTuber 的问卷。我很谢谢今天凯文非常的不藏私聊了很多你自己的事，欸，有些黑暗面你也愿意讲出来，真的是很感谢。什么黑暗面？根本没有，根本没有黑暗面。一些这个公事黑暗面。没有，玲玲很开心，我要再度强调这点。我要哭了啊！我看到有人说是听到台主在聊天途中突然跟你打招呼，会觉得尴尬。我自己是我一开始会很努力想要跟大家打招呼，可是我后来发现那有点中断真的想要听我讲话的人，所以我会变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尽量啦，尽量一个段落。而且我现在有一些想要剪辑变成 podcast 的，那样我也比较好剪。对，是没错，对，就是嗯。玲玲很开心，对，这是大家今天学会的 hashtag， 你看全部都学会了，很棒。玲玲越聊越黑，真的是没，欸，你知道这阵就直播很有趣，嗯，你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在他现场，就是他互动，然后你的反应会决定他们最后会怎么样。对对，因为他们很像小孩子啊，你就是你理他，他就会开始一直那个，就会很嗨。对。好，那我们在最后我想问问凯文，就是你对今天的心得如何，然后你们最近是不是应该要有想要宣传的事。对，嗯，好，今天先讲一下今天的心得好了。好，一直刷里面很开心。今天是真的蛮开心，你看开心的关键字讲出来都觉得好笑，好恐怖。凯文也很开心。凯文也很开心。应该是说我就是蛮我真的是蛮今天很期待来做这些分享，嗯，因为我觉得这也让我重新去思考我们整个在做频道的一些想法。那当然或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欸，我们好像管比较严格，或是我们对玲玲比较给他压力，但是其实他们不是认真的，不用那么紧张。他们不是认真的，好好。对，那但是应该是说我觉得这跟我们当初为什么公司要做 VTuber 这件事有关系，嗯，就是我们很，因为公司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优质的电视台嘛，我们做了很多多元的内容，对，我们照顾了很多族群，那我们也知道 V 圈有很多主流的内容跟 V 圈会赢得很多同阶跟订阅的方式，嗯嗯嗯，但我们会希望能够用媒体的身份跟我们既有的资源能够让这个圈子有一些不一样的呈现，嗯，对，即便我们可能知道这样子并不会是那赢得订阅或是增加同阶的最好的方法，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去做的尝试，就是我们用做节目的方式在频道经营上面做出一些努力，希望可以有不同的面貌。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跟我们接下来要宣传的，就是我们礼拜天晚上7点的时候在海月玲玲频道我们有一个重大告知，那这个跟我们目前的团队营运的方向跟我们目前的一些人事的编制会有一些关系。那我自己认为它不是不好的事情啦，对，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一个正面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对对对，嗯，现在这个东西真的不太能透露，但是我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对于公司经营这个团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新的想法，对，然后也会看到未来的样子，okay，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今天就听到你这样讲，我就会觉得，但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的自己的经营，其实在 V 圈里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包括我的节目类型啊，然后我的节目类型能做到的互动的程度，然后受众的大小都是蛮困难的。可是今天听到就是也是有人是这样子做，虽然你们是有钱的，你们是后面有公司电视台在支持，但就觉得好像哇，就觉得其实自己也没有很孤单。嗯，对。因为我觉得本来这件其实就是对自己负责，也对观众负责啦，就是我们很认真的看待我们传送给大家的讯息跟我们呈现出来的感觉，对，不是只是随便我今天好无聊，心情好不好，上来讲个话 emo 一下，我觉得它比较不是这样子的呈现啦，对啊对啊对啊，
但我觉得每一种类型的节目都有就是它的受众，就其实只要你喜欢，你也不用管说就是就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啊，就是反正我就是要听内容，不听内容就是怎么样，其实也不是，因为你就是每个人在每个阶段有不一样的需求。可能你最近真的是精神状态，我之前我有一个观众是从大学听我到现在，他出社会，他说他在出社会的那段时间就是压力很大，他就没有那么想要听我，因为他就是会想要很轻松，想要去看 Hololive 的妹子玩游戏啊什么之类的。对啊，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去选择，你就是现在这个生活你要调适的，就是要怎么去面对，所以本来就是不一样嘛。对，没有好坏，我觉得没有好坏，只是我跟公式，我这样讲我很厉害，我跟公式的节目的想法比较相近而已，所以今天你听到的感觉会是这样子。是，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公司在经营频道的一个小小的不同，就是如果大家有看玲玲频道，可能会觉得我们频道的东西有点杂。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现在 V 不管像仔仔也是，至少仔仔的频道都是仔仔自己的直播，对吧？但是海月玲玲这个频道，其实他例如说他第一个他有金 V 讲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他现在甚至开始有凯文自己的直播的内容，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看到一点点的雏形，是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频道有一些全方位的发展，而不只是在经营某一个 V 他自己的频道。我们会希望在这个上面会有更多的内容，那这个东西在未来我觉得你们会看到更多，我们会有一些可能是节目形态的东西在这个频道上做呈现，它不只是针对玲玲本身，它也有可能是玲玲跟别人的合作，也有可能是别人在我们这边做一些东西，这个都是我们希望在这个频道上面能够多方面可以呈现给大家的内容。它有点像是一个将来啊，不行，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可能先不要讲，他们之后应该会有就是自己的台之类的吗？对对对，之类的、嗯，我觉得这个东西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多做一些分享。好，那我想想哦，那你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宣传？就是希望大家礼拜天来看我们，礼拜天晚上7点来看我们玲玲的重大告知的直播。大家在下面刷说玲玲很快乐。好，不要去乱人家。但是他如果很不快乐的话，你们去帮他嘛，不然凯文又会说没有人在下面讲话。对啊，帮玲玲的跟言互动一下。对，如果还没有订阅海月玲玲的粉丝，可以帮我们订阅。凯文也在上面出现呢。如果想看凯文直播的话，凯文会在玲玲的频道直播。那凯文也有自己的推特，哎，那个仔仔可以帮我贴我推特的那个链接吗？资讯栏好像有，但我可以帮你再贴一次。OK， 好，就是也可以 follow 凯文的推特，就是应该是说关于公式营运相关的东西或是讯息或是分享，也会先用凯文的账号去发布这个部分。大家想要知道第一手的资讯，或是玲玲快不快乐，也会在上面做一些呈现。每天都会有像天气那样子。我以后会努力的继续呈现我们很快乐的感觉，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所以你是制作人？对对对，我是整个案子的制作人，这样子。對，哇，对，制作人压力也是蛮大的啦，但他还是很快乐。还是做这件事情其实蛮快乐的，但是其实就像刚刚讲，其实压力很大啦。就是说，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以赚钱为目的，那其实老实说，影响力这个数值更抽象。好难欸。对，你要怎么证明影响力？那我们现在频道也才4000多人订阅，你要跟主管讲影响力，你势必要用其他的方向去讲。例如说，我随便讲，我可以说我们社群上个月我们有2篇触及过50000的推特的文章。这就算影响力的一种啊，对，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用 fan art 的数量来告诉大家说，大家喜欢我们的角色，我们有很多的二创作品，对，这些东西我觉得它不只是用绝对的数字，我们的订阅，我们的同阶，它是很全方位，所以这些数据为什么每一个都要看，就是因为它综合才能够产现出所谓的综合影响力，它不是用订阅决定生死，不然我们频道都被砍掉了。这真的好难哦！我觉得经营真的是一件好难的事情。对啊，对啊，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容易。那当然，这也跟资源有关。其实我觉得在企业是大家会羡慕企业是有资源，可是你要跟老板申请这些预算，你也都要拿出成绩跟拿出效果，对，你才会知道说，哦，我到底做这件事情，我花这个钱，老板觉得重不重要，值不值得。不然我拿这个钱去做节目就好了，我干嘛要给你们 VTuber 听去做这件事情？对啊，没错。对啊，对啊，对啊。其实金 V 奖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办第二届压力也很大，因为第二届的数字一定要比第一届好，不然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做这样子的大活动？对，
希望你们可以一切顺利，希望玲玲可以每天都很开心。可以，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开心是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最高的、最高的一个标准，就是每天都会写在墙壁上、白板上。对，每天要开心。我知道，我下次直播，我们就在背景上面挂一个“每天都开心”。好可怕，好像被绑架一样。就是要笑，要笑几度，要规定好。对对对对，要笑，要笑，要笑。我们会把那个模型调成一个完美的微笑角度，希望大家都好顺利，玲玲很开心。好，没错没错。好，那今天很谢谢凯文愿意来跟我一起聊，辛苦你了。不会不会不会，很开心很开心。你一直讲话，我很怕你很累。不会不会不会，我本来对，你就知道我话其实真的就很多。你来上过我节目，你也知道，这就是我本来的个性。我其实那次去上你节目的时候，我根本不记得，因为那次就是确诊，然后超严重，我只是凭着意志力在行动。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天很不舒服，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但我对啊，我就是话比较多一点，但我也很怕我今天会不小心抢你的话，所以我自己都有在收敛一下这样。哦，不会，我刚刚说我要念，其实是我怕你喉咙不舒服。哦哦，谢谢谢谢，好贴心，感谢感谢感谢。因为有一个什么单的，他喉咙不舒服我都不会讲。什么单的什么单的？对啊，苏丹红。苏丹红，我们讲苏丹红不是药师之丹哦。对，可没有，这我也蛮担心来宾的状况。像我在上一次开三个小时，上礼拜有另外一台是开三个小时，我也是在后面也是蛮担心来宾的状况，因为大家到别人的台都会逞强。哦，因为像我自己台我累了，我就说好，那我累，那我们就到这啊。对，这倒是没错，这倒是没错，对对对对对。好，今天很谢谢凯文。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是可以去订阅公视海月玲玲的频道，或者是订阅宅宅军团长的频道，然后收听更多内容。然后还没按赞的，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按个赞再走，或者是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可能会喜欢的朋友，分享给希望他们开心的朋友，希望玲玲开心的朋友。你们要分享哦，不然宅宅可能会不开心，我可能被凯文问说。你这个，我来你这边，你的数据是不是我们要再多注意一点？但是啊，这样讲没有，我现在也不是故意要补刀，可是我们真的也会回顾说，例如说玲玲有联动，凯文有联动，我们会看一下说我们去别人频道的效果怎么样。可是我讲的效果不是说我们会跟别人比较啦。例如说，好，假设我就会跟药师四丹比较说，药师四丹去联动跟我去联动差不多的题目， okay, 那我会表现不好，我的数字有比他不好吗？我们会这样子看啦。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看数据是一个很科学的。你如果要数据，我等下可以给你。如果是跟我合作的，我会给他。那如果没有合作，他跟我要，我也会给他。感谢感谢，对对对对对，可以的，你可以看看。当然，我们的聊天室频率都会很低，希望你不要让我不开心。不会，我是不会悔改的。没事没事，我们只是做一个了解，没有这不是，这是检讨自己啦，就想说，今天我的表现好吗？我有让我有帮仔仔加分吗？我有让聊天室有嗨吗？这我自己会也反省这件事情。对对对，没有，我觉得看 OK。我之前有碰过一个来宾是真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会去看说那一秒人变少，他说是他在讲话。然后我就想说，哇，不用吧，不用这样子吧。像这种我就比较担心，而且他会去跟，因为我的节目不是都是那种块状节目嘛，所以他会去跟也是那个单元的人比。哦，对啊，我就想说太痛苦了，真的就不要这样子。对，应该说我觉得现在我刚刚就一直跟大家讲说，我放下的原因就是我现在会看，可是我看完之后就，例如说好，就算我比药师四丹差，我就觉得说哦，好吧，就这样。哦，对，要不然你能怎么样？对，我也不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说好啊好啊，丹哥就很，丹哥比我红，对，那也是事实，对，所以我自己不会再太走心了，但是我想说，哦，我看一下我跟人家差距多少，那我或许还可以怎么努力，或我自己怎么宣传这样子。对啊，我觉得看数据是必要的，就你如果完全不管，你不会进步啊。对啊，对啊，是是是。好的，那我们要下班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就不一一跟你们说拜拜了。我们明天有要开吗？哦，没有。好，大家再见。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我的 OK。好，我来上一下字卡。感谢今天订阅我们的朋友，然后谢谢好爷加入了冷冻食品上位20个月。好爷说他订阅上百个 V， 有很多都加会员。对啊，我觉得女生真的是不一定，可是那也不代表不忠诚，因为他也是会有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好，谢谢 GWA 加入了冷冻食品上位20个月，你很专情，我相信。
TSDH 加入了冷冻食品上校20个月，他说主推可能只有一个，不过薄很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降落去哪里，不想回他。我看一下哦，等一下我把这个声音。好，我们现在去看看那边哦。哎，为什么丹哥辛苦了？他又我开3小时，然后你们说丹哥辛苦了。好啦，我要关台了，大家再见。